星际游啊，就这个没有啊，就这个没有。哎妈个鸡的，美中不足啊！我操！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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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有有了了，嘛有就了，好有了了，呀。有了。这个我要把门怎么放呢？啊，是啊，这个我你要把把门怎你么放按呢？照 Alt 键，然后左键把这个缩掉就完了。按 Alt 键，Alt 键，然后在边缘，边缘就可以把它知道，全部剪裁掉，你就剪成这两个就完了。好了，把那个星际游戏原野那个弄上。好，OK 了。好了，对吧？好了你建主机呗。，OK，我要建主机。好了，现在还是这个场景啊，等一下，我先建主机。地图，你们搬完了吗？没搬呀。没搬吗？你搬先选呀，先选地图你就呀。随便选，随便选，我也不知道什么图，不，随便选。他要正式一点的你呀。帮，那你帮我搬。哎呀，你妈你自己来搬！我靠，他妈的，待会儿输了又说我的，我什么？那你拉个那个呀，我拉了呀，等等。没有搬选，7张图都要打的。哦，不是，没有搬选的说法的呀。都不在，都在队里面啊，就选呀，ABBAABB 呀。哦，那我不在队里面，你就没拉我。哎，孙哥，你要么就选一张，就是那个选一张图，就选第一张图，然后输的选图就好了。输的人选图不就完了吗？选第一张你图是选一啊张图。，OK。对，你就问一下他 O 不 OK，就问那个妈他的，的对这个手英录上文第一有张点图，然后菜呀、败者选图。Go，他说 OK。来嘛，你不要紧你张选一啊，张嘛，你随便选一张。你现在可以下去了，黄哥，你现在可以下去了。你不要紧张，好好。你不要抱紧歉，张。哎呀，我不紧张，我紧张个锤。他不紧张，他他妈我紧不信。张的一逼，我靠！那我随便选了，反正你就按第一张地图选嘛，我就。就是顺序，按顺序什么，去选那个 inside and out 那个图。美西嘛，他们是，对吧？是美西。对，美西。蓝。不是，第一次他应该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比赛吧？你说的没有错。画面，等等，画面，啊，我们进的比赛，我会切回来的，不要急，兄弟们啊，今这天。么多兄弟看着他，我操，他从来没有这么多 OB 他吧？今天是火星撞地球，路特丹。蓝宝，我估计是你妈鹿特丹的陪练，你知道吗？那个隐私调一下，兄弟。隐私啊？这种他们对，他右妈有什边么好调游隐戏隐私的私。吗？我靠，这种，哦，也行，都他们两个你妈有什么好跟调我隐一样私的？好了，开始了，兄弟们，今天波气啊，大战鹿特丹第一场。今天跟我练了一中午，宋哥。练了一中午，哈哈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啊？你慌什么？不是，我在他想，有机会录的，他也。我不是，其实他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只是我觉得妈的，他第一次你妈的那么紧张的，他以前的星际的宗旨是，我反正 F2A 输了就输了，无所谓。以前这种心态，现在你妈第一次有了想要赢的心态。今天下午其实我跟法人找他开会的。然后你妈他直接跟我们说，现在没有心思开会，他要练习。而且他，你看，妈还有摄像头，应该是哎，第一次啊。我把那个摄像头稍微移过去点，不然大家看不到小地图了。等等，兄弟们，
移过去点，移到这儿。嗯，移到上面一点移到吧，这儿吧，移到这儿吧。移到右边或移到上面，这样把小星球这挡儿了。啊，这儿吧。好，跟我们想的一模一样，裸霜。小弟大家看到的啊，兄弟们。嗯，这个今天下午，set 跟测试已经研究过了，因为 loot 单这个打法就有点奇葩，就他喜欢裸霜，然后 VS 开出一个凤凰先侦查，然后再提速差先打一波，他是这样的一个打法。哎，你也有研究？哎，我肯定有研究的呀。所以说他的这套打法，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都是比较的一个，就比较公开的一个战术。毕竟路子在对。平常他经常直播的嘛，那他的这个打法基本上都这样，猜都猜得到。对，而且他第二个水晶还喜欢放在那个地影旁边，你知道，防一个爆狗摄像头火调箭小筑一点学用是的，吧？你知等等，道。我去把摄像头调小一点。他有第一把先试一下橙色，打运营，你看他是不是放在这里，水晶都放这里。如出一辙，而且他这个很，把他是明牌，你知道，把所有的科技都放门口了，就只能这样了，兄弟们。所以打针对路特他其实还是比较好针你的，们如果硬今天下实午力赶打到不过，那什就么真战的是术？没有办法了。先打一把运营试试橙色，然后后面就开始打一波。其实，设在第一个房子看到这样的裸霜之后，基本上可以判定鹿特丹的今天的一个第一盘的打法了。那就不用想了，就直对，接以双两眼一闭，默认 VS 就好了。不，他不一定是稳，他还会 VC 啊，还的，会有他 VC 是把吗？那个科技建筑就放门口，对，你信我。啊，那么专业，现在他。对，研究了很久，我跟他鹿特妈的丹看，什么？你看是不是放门口，是不是？VS。他还 VC VS 都是放门口捡一个电池，然后升泽越，稳的一我靠！逼。你们你妈的都已经把他研究成这样了，如果黄哥这样再输的话，那岂不是很丢人？先来一波，他跑，他可能四级第一把先搞一波，他一波了，兄弟们，黄哥，蟑螂蟑狗螂一一波波，啊，蟑螂狗一波。只有我跟你说，只有虚空，只有那个出第一个出虚空是有机会守的，然后还有那个我觉得出虚空守住使了徒吧，能看见，出虚空守住了吧。嗯。哎，他六条狗，哎，这六条狗被看到了，这哎，这个有个可能会防啊，稍微觉哎，得直接下 VC，凤凰完完了，记他记好了，了1-0，我宣布黄哥赢了。还下 BF，这头层马黄哥主要是还看在眼里，出一个兵，他这个细节还没问，我出三个兵，然后还做很多，还第一个出虚空，必须得三个电池勉才强有能机挡会住。守住。对，而且必须还要拖龙命才能守得住。他这个怎么守啊？拿对，鹿头特丹现守。在什么都不知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什么都不知道。宝哥的蟑螂，你只要盯住他中还枪，慢，嗯，应该是赢了。这盘应该没有什么悬念。我们看下还在出凤鹿特凰。丹，我们看鹿特丹的这个表情啊，看到蟑螂的表情，看一下，看到蟑螂了，表情，遭中了。啊，没读好，这我还还是读不投口，还没降。读好。我靠，核电站加起来。黄哥急了，他蟑螂没有全部，那个这个到底杀多少条狗啊？我那么能顶啊？这没用没用，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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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好毒，毒还好毒，地堡，地堡有地堡，打打赢地堡了！没有问题，蟑螂很，他没有核电站的，他没而有且核电这站个的，实在太多我了。没虚空出不来，好。虚空出不来，虚空钻出来好。都无所谓了，这个农民已经数量差很多了，全部打完，二矿农民全部打完。点呀，这样的话，代表这主矿农民打继续也死可啊，以，可以，可以，继续杀农民啊，可以的呀。可以。啊，虚空出来，但守应该一是个虚守住，空，但是已经是一个残废的阶段了。守不住，守不住，还是守不住，还把那个地堡挡了下。而这个虚空打不完，打对，不完。我们研究就是太多了。升那个升什么呀？趁那个狗数让他看，然后把狗数取消，你知道吧？可以啊，骗今他！天有备而来啊，黄哥，核电开起来，他把核电必站给然打掉。有备而来呀，他！妈的，这是咱人都傻了，我靠！人都傻了，有备而来的好吗？这已经没得打，那个这波完全没得打。黄哥打
已经升二本了，然后可以打刺车一波了。嗯，但开局农民十二个，现在十一个，已经没了呀。不会是黄哥啊！我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就是黄旭东的风格。让你们看不起黄哥。说的没错。黄哥如果说天赋再高一点，他绝逼是能够成为职业选手，好吗？每天都膈应黄哥，成为不了职业选手。被杀三十五，没十个农民，嗯，他只剩十一个，很难受啊。这波就之后就像赛德说的，直接刺车狗一波就结束了。这个局面实在优势太大了。这个不管是刺车狗还是，反正怎么打都能赢。对，现在已经输不了了。小人，哎呀，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嘛。这职业比赛，我跟大家说了，职业比赛不需要啊，比赛就不需要什么打的这种中规中矩啊，靠实力获胜。妈，只要重动一波，这么狠，都可以，已经守不住了。被你看到，就算被陆德丹看到都无所谓了。你拿什么守？你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暴狗，他重动狗一波。我呀，我的千变万化呀，他打得骚里骚气的，而且虫洞还是没有被看到的，没有被发现的。嗯，好了，房子已经就位了，待会儿就在这个地方点一下虫洞。黄哥这个战术非常的牛逼啊，第一波把你打残废，第二波直接要你的命。好，虫洞放下，不然完全没有反应，这面狗还要来牵扯一下你，让你不知道这家里面有虫洞。路特丹的第一视角，这些后手黄哥准备的非常好，想的也很好。这个是路特丹，一念路特丹第一视角，他现在很慌张，很慌张。路特丹打又打不过，怎么办？哎 ，A 上去直接第四打，这盘第一波打完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说的没错，路特丹还在抵抗啊，但是没有用啊。GG 1-0，恭喜黄哥牛逼！黄哥啊，恭喜啊，黄哥牛逼啊，黄哥！好了，我们等路特丹选择地图啊。小人物不，这种就是。就比赛要准备的东西黄哥都准备了，这个很重要。你想就前面他花时间去准备，在知道你的战术之后，对吧，然后用一些针对你的这种打法。说的没错。还有谁？你出来不是那个赛的。哦，对，用针对你的打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就刚才那盘比赛就可以看出来，就路特丹的变化黄哥都知道，而且有针对的一些应变的能力，对不对？黄哥不是那种应变很好的选手，但是如果你让他早做准备去应变的话就没有问题。路特丹第一盘输的有点懵嘛，路特丹很非常的着急啊，他直接开始第二场。对，很气啊，被 rush 了。今天获胜也将获得1000人民币的，就获胜者将获得1000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啊，这可能也是啊人族啊，啊他为什么打选人族啊？应该选错了，应该要一击了。这你妈，他有那么紧张吗？大家稍等一下啊，他问过他的，他那个。哦，嗯，准备好了没有？OK， 进。不，这个不能，妈，这种很正常的，咱们不要慌，你们。黄哥，够。
黄哥的准备还是很充足。对，第一盘打完之后，陆特丹对于这个裸酸的开局啊，黄哥会打一波，所以说就搞得陆特丹现在有点可能不，对，有可能不会裸酸，对，有可能这把黄哥会用越南流，主要是陆特丹不敢裸酸了，他或者虽然裸酸也不会打那么偷了，因为陆特丹平常是打得挺偷的一个选手。今天陆德安会发现他的这个就是打法处处会被黄哥的这些战术啊什么牵制，因为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黄哥研究了陆德安，但陆德安并没有研究黄哥。然后最后导致的会怎么样？导致就陆德安在明，黄哥在暗，然后陆德安的打法就被限制住之后，他就会有点不信任自己打法，然后就会技术变形。对，但是还是裸双啊，这一把。嗯，裸双开。裸双有可能会选择 VC 开啊，就打得不那么偷了。但 VC 开其实也怕用蟑螂拉稀。今天对于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啊。到底是你妈的嘴上吹还是手上过，这个很重要。他自己也明白今天比赛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比赛播期啊，大家不要着急，比赛播期。对的，陆德安其实是有实力的 ，OFF 也有个5700左右好像，但是好像最近输回来，输到5400了。他昨天又打到5600了，但欧服5600分的实力，大概韩服也就5300分左右吧。而且陆特丹前期他的这个建筑学有点就特别水晶的位置，他永远都这样站开的，非常的不讲究啊，感觉。他这个就是防一波的呀，就防那个爆狗一波，然后堵口嘛，堵路口，堵两层。王哥已经开始，他这个开局是想过的，你知道吗？但是没想那么多。单都没踩气、啊、正常打就正常开了经济大化、嗯、正常打应该不会再 rush 了，嗯，这盘应该好他用他那一套了，他那一套刺蛇狗就六分六分十秒刺蛇狗的，对，这套战术其实也挺凶，但是碰上提速差就有点二，但他按照他的说法是我只要喂 VC 开，我只要做好细节，对吧？ VC、前面会绕狗的话，我就没问题。但我觉得看到 VC 之后就不应该刺着狗了，直接还是说出蟑螂的。你这个应该出蟑螂，对你这个刺着狗就没什么必要了，直接下电池。其实穆特丹的所有打法就感觉就没什么侦查，你发现没有？也不出死的零侦查呀。他这把如果又是蟑螂一波，又死了，因为 VC 是永远都守不住，对，就永远就完全没有侦查，穆特丹。第一个也不出使徒过去飘，不给。不过你裸双之后，其实你第一个使徒去飘，其实重组也没什么压力。那这对黄哥来说，他只是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上矿。对，这对黄哥来说是个好事。只是看一下。嗯，他已经开始往回飘了，就只是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上矿。行程看得到吗？还没看到。哎，看得到吗？没看到，没看到。哎呀，人都傻了。黄哥这样打其实很冒险啊，黄哥这样打。但是我们研究过的啊，就是我来运营的话很极限的，4分40秒六个使徒，5分钟九个使徒，这样看他能不能守，就是爆狗的数量看他算不算得准。嗯，他还是要出刺蛇吗？这个我觉得蟑螂好像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嗯，还是爆狗的，爆狗的看他狗数可以走了，引刀正面的这个使徒给你压力，然后刷引刀给你搞。对，而且那个房子是可以往里面走的呀，没有兵去杀这个房子。我这么跟你说，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很紧张。就黄哥所说的什么三分半，把房子飞进去看一眼这种细节，在这种比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没有，根本就没有这种细节，他很紧张。然后陆特丹也很紧张，你妈的那么正大光明一个引刀，你怕别人看不到你是不是？但是
后面我们也知道他会出引刀，看黄哥会变一个眼虫。他说他说他要变一个眼虫的。两 VS。嗯，专打这个的，他就意思就是防住这一波使出，然后试射一波过去就直接打死。嗯，这波这就是他的。这波如果使出稍微送掉一点点，这波反打就很本身就很难守。不要说稍微送掉一点，本来就算不送也很难守。黄哥还在爆狗爆刺蛇。52个农民就停农民爆兵，然后转个地刺，地刺塔先下，万一打不进去后续可以变地刺，看到刺蛇了怎么办，飘三线，嗯，分一下使徒。哎哎，黄哥守住了，能守，没事看似很华丽，但是这个其实是送啊，各种送，死六个农民，而且看到你的刺蛇塔和地刺塔了，都看到了，那现在这个局面就要来防守黄哥的一波了，黄哥必须要打这一拳，这一拳很难守啊，有眼虫不怕，我感觉守不住吧，这个怎么守不住，这个守不了，这个凤凰完全是没有用的，啊，它刺蛇很多的，守不住吧，而且它后面是接这个地刺的，你知道吗，虫洞地刺，然后传家，然后一波，黄哥来找角度，哎，要，哎，其实可以溜进去啊，嗯，这边是没有，可以不打，暂时不打，下次第他杀到是虫洞，虫洞的位置，没有 VR 啊，这波虫洞只要进去就结束了，这没有 VR 的，但是鹿特丹看到有第四的情况下，这没有虫洞，这个没有的话，没有 VR 这个有点二啊。最近抬了，但虫洞放下去了，虫洞里面有几个虫洞应该看不到吧，看到了应该看到了，这一波会看到了来不及回去救了，第一次要被抬，第一次如果知道要被抬，哎，这波可能黄哥要遭中，哎，嗯，哎，这个黄哥不该出来了，别人就在那边等你了，你看我只有小狗没有用，哎，趴下来可以，他没有反应，拍两个地刺还可以，够了，他已经打了，不要让他出限制，说的没错，他在那乌鸦在造，乌鸦还不够，这个矿肯定要掉，这凤凰很烦，拆家，他就不兵不敢回来，走不回来，哎，被堵住了，哎，我靠，被自己一个农民堵住，还是被自己几个农民堵住了，这你妈鹿特丹，你妈人都傻了！现在，哎呦，哈哈哈哈妈的，真的是小丑，我只能说真小丑。但这波打下来之后，其实黄哥，你说有多大优势呢？其实也没有多大优势，没有优势，没有优势，他只是说把局势扳回来了，扳回来了一些。但很难打，主要是刚刚正面那一波送的太多了，这局面很难打，因为黄哥没有四矿的，而且经济上黄哥不是非常的好，包括你现在兵种组合，啊，刺蛇狗这个兵种组合少，第一次也变不出来，其实很危险这个局面，那对陆特丹来说就对吧，重新开矿就好了，而且凤凰现在还有很多，你妈的这个农民真的立大功，我靠，这一盘，哎，有点难受。这波可以强打的，你没几个刺蛇，他真的强行过来冲你就冲你了，他直接把你抬光就好了。哎，完了，黄哥输了。黄哥应该守不住，啊，这不是刺蛇太猛，这不是凤凰太猛。1-1了。虽然战术还算成功了，但是我总感觉中间闲，主要是第一他正面那一波送完了，他不应该在那个位置晃，正面不应该晃，正面真不应该晃，对，一起跟这个虫洞进去可能要好一点，王哥现在很迷茫啊，我现在先把这个切到我们的这个赛前的这个图上啊，
妈的，这个图本来是这个土豆不用我家上去的，本来妈的是让别人帮我做好的，然后发现他做不好，妈只能加上去了。瀑布。选族，瑞士，等一下来。我问他。等一下，路德丹没有回我。哎呀，刚才真的就差那么一点，他那个虫洞，哎，如果不出来，不出来也不行。这虫洞不出来的话，他就直接没得打，主要正面被打得太伤了。但是我认为鹿特丹的打法是真的很有破绽，至少从前期来看的话，真的有他的打法。他的打法很不合理。对，因为前期的话，如果黄哥用这种蟑螂狗这种战术，其实很有可能把一波打死的。首先，他没有什么侦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所有的打法就都很偷，然后都围绕着裸双在打。那我在思考，如果黄哥去压他顶的话，那他怎么办？不，没用，他可以做 BF 的。好，黄哥要用越南牛，拉个农民下去骗他，假装是开矿。越南牛。你看，哼，这个战术就是经常干你的战术吗？现在？对，很烦。上去一看 ，BF 开。人都傻了，只能 BF 开，你看见没？很亏，他这样很亏，是很亏，神族很亏的，还把水晶造好。不，他水晶肯定要造好，水晶不造好，你的基地就放下去了呀。他肯定这么想的呀。好，看他做几条狗啊？做了六条狗，把这个水晶打了，然后过去换一下，其实这个很重要，转一个放下很重要，可以，然后转一个二本刺蛇一波，没有科技的他。八条狗啊！他做这么条狗干嘛？他是直接想穿进去吧？把啊，这不打掉吗？他这个穿不进去吧？还在包，还在出狗吗？哦，八条狗。不，你不应该先把这个打了吗？至少这样的话，哦，他后续两个狗，蟑螂一波。两兵营。你们有演练过这样的战术吗？有，很强，守不住。他肯定要取消一个，肯定要取消的，这个懂。对，他要取消一个。我跟你说，他觉得他有个地堡就很稳，其实根本就不稳。哎呦，科技很大，根本杀不了。农民立功了，农民。黄哥被迫退掉了，哎，被迫退掉了蟑螂一波的打法。那只能转四十一波了呀。不是你们，你妈的到底？到底要教黄哥什么东西？为什么每天没有？他是自己没有，他自己用的，他喜欢打吃这一波。这路德丹什么建筑学啊！我靠，堵死了，进不去。不，你看他主矿。其实蟑螂一波真的过来，其实也死了，差不多。但问题是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呀！看到的话，他再下一个地堡，甚至再加两个。他只是看到蟑螂塔。他现在赌他是不是取消了，看见了吗？他也不知道东西，也不知道地堡那个。他进去就没有看到蟑螂塔，其实都进来了，你就让他看到蟑螂塔，对吧？然后
这个时候农民赶走之后再取消，再开三矿，这样的话鹿特丹至少再会放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临场应变的问题，它应变并不是非常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应变方式。嗯，基本上是没有应变。如果是我肯定会让他看到我蟑螂塔的，对吧？那骗他一下嘛。嗯，现在没关系啊，现在打运营也其实还好，还好还好，黄哥这边只落后两个农民，对，是不亏的，甚至我觉得开局是赚的，开局是赚的，开局是赚的。但是就刚才那个对，一般神族刚才两矿一波蟑螂塔那个地方稍微亏了一点，稍微亏了一点。嗯，一般神族这个时间点应该是领先重组四个农民左右。哎，这个，哎，他不飘。黄哥，哎，黄哥，两个三，哎。吃掉这个使徒其实也还行，觉得亏了四个农民嘛，四个农民亏了，四个农民肯定亏了很多。而且黄哥的打法，空其实他的整体来说，他科技还是挺慢的。对，阿本一直没升啊，一直没有机会升。那这样的话，就你女王多一点，对吧？那把军坦快点铺起来，四旺开起来，再升二本或者怎么样都可以。这把打。哎呦，他直接打基本功了，直接走天空开飞机了，完了，黄哥招中了，黄哥，黄哥这个很难，但是黄哥堵着了，二本身他还刺射一波啊，你看他这不知道下轮塔的，但你这个刺射一波你很难打得进去啊，两边死。直接 VS BF VF， 现在唯一还一航母了。现在唯一还可以的就是，现在鹿特丹到现五分快五分半了，三矿还没开，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就一个情况对于广哥来说。嗯，广哥主要是没有侦察不了啊，完全不知道啊，广哥被迫下那个蟑螂塔。又做个地堡，两个地堡。他应该刚才狗过去看到你的这个，哎，他怎么还在出凤凰？他不出黄母吗？这个人，他凤凰，哎，爆凤凰的，他是，他并不出黄母，是爆凤凰。妈，爆凤凰，黄哥也不好打，只能说待会儿小狗能够阻止鹿特丹把三矿顺利的开起来。嗯，飞龙塔是什么意思啊？他出腐化了，哦，蟑螂腐化。蟑螂腐化不用吃蛇，好打打打基本打打硬实力了这个。但是我跟你说啊，就黄哥应变能力不是很差是吧？对，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打游戏就应变都不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待会儿别人看到龙塔，看龙塔的位置。这个位置其实也很容易被看到，看到龙塔的话，别人转虚空，你这个就很难受了。他已经在转虚空了，哇，还在爆凤凰，不，现在他这个是强势期啊，凤凰射程凤凰，对啊，凤凰强势期啊，黄哥招中了，黄哥肯定招中，黄哥招中他腐化，黄哥打不过，看到那么多凤凰，黄哥虽然房子没有那个没有去跑，哎，这凤凰是有攻防的，有一攻的，对，马上还是两攻。这个被凤凰黄哥这把跑惨了，龙塔虽然没看到，但是快乐起来了。你现在你造不出多少，无所谓啊。对的，四矿开的也慢，黄哥这盘被打入到未知领域了，黄哥。嗯，还在烧。还出了一票蟑螂，爬女王了，也是个说法，也是个说法。说法是说法，但别人地堡趴满，你打不下来，爬女王怎么打得进去嘛？黄哥人格好像挺高的，一百五牲口，看起来很美啊。这真的很美吗？我并不看好这个波爬女王。凤凰几个？14个凤凰，女王只有10个。他出风暴了，
女王问题，你军团没那么快，你现在你要等到军团好了再过来打，就风暴就出来了。哎呀，这加不起来，完全加不起来。哎呀，他是两攻，马上两攻啊！还有火箭站的这会儿。女王越来越少，就这一波了，就这一波了，这没办法了已经。秒得很快啊，秒得很快，女王死了很多，还在死，女王还在被抬，还在被抬，风暴出来了，完了，皇哥的所有的部队都要死在这儿，核电开起来，还有三个地堡，输了，皇哥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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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看起来很美，哼。家里面黄哥还不想放弃，毕竟这个比赛对于黄哥来说很重要，家里面再出腐化，其实这个时候腐化已经意义不是很大了。只能说杀了还可以打得下去，对，杀了21个农民嘛，因为凤凰其实陆城山这边凤凰现在无敌了，你知道吗？凤凰说实话你这些话他其实要打也可以打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打的，射程比你远一格，就那么简单，你而且土化数量也不够，家里面你这样的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多上点防空要好一点，现在就黄哥只能选择猥琐，对，然后疯狂的绕火，但这波怎么挡啊，那么多风暴哦，只能爆防空啊，爆腐化是不靠谱的，爆腐化就那么两台，没钱没气，对，你看这一个虚空带着风暴就能把你全部腐化搞死，黄哥再腐很难受啊，完了，家里面肯定这样开起来，你现在杀路特丹一些农民，路特丹其实无所谓的，主要你正面现在打不过，正面这波怎么来解，几个腐化，八个腐化，9个腐化，腐化又死，但这个风暴打腐化也很猛啊，风暴打腐化主要都是两攻的，凤凰也很猛，打不过了已经。虽然家里面是穿了，三矿是穿了，但是正面真的是打不过。黄哥立了1000块钱，不过这1000块钱就算全部换成防空也没用，毕竟现在这个局面，就风暴射程还是在防防防空之上，他可以白嫖你。这个风暴打防空啊，这些挺快的。黄哥不想退啊，他是不想退啊。这种什么怎么？你看，两主要是凤凰厉害，两攻的凤凰打这个话真的挺痛的。对，黄哥还在试图刺死，我靠！我能感受到黄哥不想退，真的。哎呀，战子最后一兵一卒啊，王哥觉得他没有三矿还可以继续打，但是这波兵怎么办，哇，强行用传说中的这防空爬飞机吗，我不信的，我也不信，哎爬到了，能不能打死一个，激活一个，打赢了，再激活一个，自责上守住了，妈妈
有没有一种可能，黄哥不是这个三本，不像那个 VI， 其实正面我觉得多很多东西啊，对吧？说的没错，韩哥还是太偷了，导致经验不够。哎呀，这怎么办？如何是好？现在落后了，对啊，落后了，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土都稍微移过去点？对不对？这样子才对啊，可以。波七，波七。稍等啊，我们这边的这个赛制是输的选地图啊，酷暑。马路特丹，我看视频上他各种在说，黄哥在深思啊，我把这个切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路特丹各种在说，就谈笑风生，黄哥你妈各种在沉思。怎么办？塞了，妈感觉除了第一把之后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了。第一把以后。之后他就用自己的，我跟你说，就我现在看完三盘下来啊，我觉得就黄哥没有，就因为他准备了一些战术，然后他并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你知道吗？我是这种感觉啊。这一把不能输了，妈的，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看他怎么想。其实打张仁义不挺好的吗？因为 他这个打法是守不住的，就他以前的打心机就没有这种什么畏畏缩缩这种，就不是这样的，就感觉今天就比赛明显放不开，你知道吗？紧张啊，不想输肯定是这样的呀，平常骂的 A 了就 A 了呀，就打得忙一点，对吧？打得有点畏首畏尾，这个是比赛的一个常态啊，选手的常态，很正常。洛丹还是裸双开局，他排满都裸双，其实我觉得这面对这样的裸双蛮好针对的。其实第二把就是刚那一把，其实就裸双之后接刺死狗一波他就死了，他这个科技很慢，还是 VS 开不可能守得住，他再出蟑螂就没有办法了。他没有按他自己就是今天说的那样打，你知道吧？哎呀，比赛这种东西就随时会发生不同的状况的，不可能像妈的这种平时这种你在备战的时候把条条框框都想好，你只能说临场你要有应变方式。但黄哥今天感觉应变的并不是特别好。看一眼二框。面对这样的一个裸双，我感觉黄哥没有什么太多好的办法，除了第一盘这个蟑螂 rush 之外。而且路德带你做细节的，他已经知道你是喜欢前期打一波的，你看他这农民就放在这边不动了，待会我差不多在三分钟左右我再下去看一眼，确认一下你到底会不会，就首先确认你有没有三矿的基地，然后第二个到你家里面看能不能看到什么蟑螂塔之类的东西，基本上就这样。如果你有这个三基地的话，那基本上路特丹就不怕你一波了。就他也是在这种打法上就做了一些细节上的应变，可以说一件事情，就路特丹的这个裸双啊，就两分半就去了。路特丹这个裸双是有说法的，不是说他随便打的，他是有应变方式的。好了，先来数你一个农民，看你农民有几个，三个农民，他再过来两个，他还是不信，他还要过去看一眼，甚至看完之后他还要去上去看一眼，你有没有蟑螂，或者你有没有其他东西。
这个非常打得非常的严谨啊，打的，然后看一下你气矿踩了多少气，然后再确认一下你这个血池有没有升狗术。基本上黄哥前期的所有的这些就是打法路特丹全部侦查到位了。所以说这盘就哎 EF 啊是什么意思啊，他难道判断是还是这样的，他都是 VS BF、然后 VC。 我想这盘他都侦查成这样了，是不可能有什么有什么那个这种一波的打法了。还有就是对，就是其实路特丹中了两次成功，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放根水晶，这也是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治愈性的一种表现嘛。就正常的话你妈波期的比赛 你两盘成功还要升体速差的，一攻体速差，这盘就是正常一攻体速差了。嗯，爆了一波狗压三基地啊，他三基地没那么快呀、啊。对，这个你们应该演练过吧？因为这个是就是路特丹最平就平常最喜欢的打法，就是这么打。是的，出两个凤凰，然后开始就是攻击速差，还是像第二把一样啊。事实啊，先用一波狗来防住他的这个一攻差，然后刺蛇，然后直接用蟑螂刺蛇。但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应该会转成一个双喷吧，反正就会转成一个双喷。我觉得我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如果前期用狗来防体速差的话，这个只是有一攻的体速差，你的狗不是那么好防啊，损失会比较大。对，他在应该放个蟑螂塔稳一下，就是你可以蟑螂、就是、只放蟑螂塔对吧？蟑螂狗去防对方的一攻差，然后再转刺蛇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你反正转双喷。对呀、啊，哎，我跟他说了呀，那个四分半的话，他没放，他可能、蟑螂塔放了，蟑螂塔放了，没有问题。会不会有点晚？溜冰还没好，应该来得及。领刀。对，这个都是在黄哥的计算之中的。跟大家说，就其实这次比赛。黄哥还是准备了很多的东西的、对，就只要出蟑螂啊就可以守。就现在所有路特丹的打法其实黄哥都是知道的，你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黄哥在跟路特丹跟黄哥打，就是路特丹名牌在跟黄哥打，就所有的打法黄哥都准备过的，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这些小的出入的话就要完全靠自己的临场的一些应变的方式，这个就是很考验选手了。其实你怎么去处理一些比较危急的情况，或者你没有想到的情况。好，补蟑螂好了，没有问题，全部看得很清楚。要不就插个地堡吧，我觉得要插个地堡，不插个地堡有可能守不住吧。我也觉得他是从家里走出来的吗？走路插能插死人吗？走路插难道就插不死他？人劲都没有耶，蟑螂五个有点少啊。黄哥这蟑螂、他卡人口了好像。我操，卡人口了！哎，这个有点难受了。二啊，这波我觉得死应该死不了吧？但是就是会不会擦的有点伤？女王基本上全部擦的差不多了。只要不死农民，其实还女王给他的没有关系。农民卡人口了，也要死。这边防空位置怪这个地方，他犯二了，黄哥。黄哥犯二了，这个、位置怎么这么尴尬？十五个，哎，那这个黄哥很难受啊！是这样的话，前期建起来经济的优势全部都没有了。你妈这种走路差都能差那么伤的吗？没在卡人口了，这卡人口卡的太二了。你这波蟑螂过来不就送吗？别过来，他插带这种凤凰随便打。没还好，他有可能打不过，他可以甩的，他有速度的，那么多兵，这一波可以打出。你想想，他八个兵，有引刀，哎，完了呀，还有引刀，对呀，那就不好说，对吧？又被追着打，我都感觉，其实就算没有引刀也无所谓，你就一共大概十来个蟑螂，他八个兵发一轮兵就解决了。而且他这个是没有 VR 的、啊、其实我们算是算了，蟑螂刺死一波双喷这个是守不住的，因为他没有 VR 没有自爆球不可能守住。 但是他这个经济太差了，冰爆不出来啊。他现在经济差是因为刚才那第一波没有守好，这个是连锁反应，
对，那这个，我觉得你们准备是没有问题，就是你妈的你要考虑他临场发挥的呀，我靠。那没办法，反正流程是这样走，走不走得好那是另一说，对吧？这中间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嘛，你虽然你可以说你算到了百分百算到95%，那还有5%是未知的。嗯。然后这个局面很难打了，不好打。还有影子刀，很烦躁。要取消啊。凤凰啊，这边又要被打出去，要打气球。但那个单凤凰用的还可以啊，是真的。嗯，他那个凤凰多啊，而且有一攻啊，有一攻吧，应该没有一攻吧？有一攻吧？有一攻没一攻，被你们凤凰放风筝放惨了已经。还能玩玩，哎，这局面黄哥这盘基本上我觉得已经是没了。开始转 VR 了，他只有插个白球，这个龙经济太差了呀，冰爆不出来。他这个冰爆不出来，要被强台，难受。他真强台也就强台了，这点次次。哎，他有后面哎，完了他来了，赶快退！没事，他 F 二过来。好，有点多次，有点多。这波、哎、这波可以打，这波可以打，这波黄哥给你优势啊。有点机会。如果这波全送的话，反打过去。哎，真的，他这波全送反打过去、哎、可能赢了。有机会，肚子单太高。哎，有机会送我哎。好了，直接反打。反打。140攻打100攻，他没有自爆球的，很难受啊！没有 AOE 啊，没有，你看纯差还没有低保，没有任何 AOE， 没有 AOE， 没有低保，也没有低保。这是黄哥最后的一波机会了。这次他怎么解决啊？对对对，没有，别脱节啊，黄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后面自然黄哥就这一波打，这乌鸦也没有，他不是自爆，拿平了。不要去追凤凰，哎，没有放空，哎、没有眼虫，我靠！他在后面捡眼虫、哎，没事没事。不，这波很伤。如果说这样打的话，黄哥第一波没有打死的话，后面可能打不死了。兵只要兵不送在那里，还有一线生机。好，保护好眼虫再去是可以的。对，这个时候变三个眼虫必须要去。啊、好，再转这一波绝对不能再回来了，就、哎、保护一下眼虫啊，万一被劫呢？哇靠，没关系，等一下不要急，再不是再变成眼虫过来、哎、不会的，黄哥眼虫一个，还有两个眼虫，还行，没事，把能不能把三基地点的 VR 点掉，VR 点了 VR， 好，再来家里再骗几个眼虫过来啊！不，应该挡住，这个应该挡住了，这个你要打眼虫太困难了，直接 A 过去，四则站住！我靠，凤凰那么多！没事，这一波应该打赢了，打赢了，凤凰四则是全倒，但是还是打赢了，矿打出来了。没事，他家里可以再补四则，对，农民杀两矿。路上呢只有两矿补不出来了，他应该开不了矿了，他这个经济很难打了，别上去，黄哥回去，他去看一下有没有四矿，这个可以有机会，这个已经赢了，有机会，没矿没能量已经赢了，路子丹没矿了，已经主矿已经基本上干了，分二矿其实也差不多干了，说的没错，黄哥有四矿，对，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防守好这波凤凰不能让他再这样说，多搞点防空呗，对，几进好，2-2，这把翻不容易，这把翻的可以，不容易，还是路上自己二了啊，这真的路上自己二了，哎，不容易，路上这把脸都歪了，
妈底下。其实流程如果黄哥走的细一点，对吧？真的，根本赢不了。我觉得陆泽丹，他这么伤，这张什么图啊？对吧？哎，哪张？哪张？哎，你妈的，再摸不出来。我靠，这是什么图啊？我靠，他以哦，宇宙蓝宝石，宇宙蓝宝石，宇宙蓝宝石。哎妈，我们两个文盲，我靠！但是他打的是英文，我们都是中文。好了，把只能把这个土豆放中间一点了。强行 BO3 啊！很是激烈，激烈的一逼好吗？这盘这个局面，完全能打，真完全能打这个。嗯，两个人真的是旗鼓相当，有一说一啊。第二把本来是黄哥赢的，但他自己的方案也是送了一波，然后这一把陆泽丹赢的，然后自己过的方案也是送了一波，对吧？老老实实在家出不朽，出自。自爆球，随便打。稳赢版，这真稳赢版。哎呀！这把就等于上双方前面打了个2-2嘛，就平局嘛，那现在就很关键了。嗯，对，强行 BO3 特别这一把啊，这把拿赢了拿赛点。从现在的这四把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我觉得黄哥今天发挥的不好。真的发挥的不好。继续鲁放。忘了切了，不要慌。今天我用陆泽丹的这个裸双打天梯打了一天，没输过。我把他的那个裸双修改了一下，还可以。还可以呢，就有这个说法。嗯，有这个说法，因为现在爬不了女王，裸双是成立了，你知道吗？我们科技慢一点无所谓，但是经济特别的好。他有可以研究，他盘盘反正都裸双。嗯，他永远都这样的，现在永远都是农民。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等着，2分半再去。以前他以前鲁双怕的就是那个两矿直接爬两个女王，然后两矿蟑螂一波，就算你知道你的手。他难道要野东西吗？这鲁双有什么野？他有没有可能只是躲得一下，然后等一下看一下你没有三基地呢？就应该是这样的，2分半出门嘛，他刚才也是2分半嘛。但我们看一下，对，他就是过去看一下他有没有三基地，仅此而已，他并不是说要干嘛。这个农民基本上他是放弃的，就是去看一眼之后再去主矿再看。嗯，那也不想活。我跟你说，第一，刚刚那一把赢了，给黄哥非常大的自信。对，刚才那把如果我这么大的劣势，我都能赢。那是因为对吧？仁义了。你不管他仁不仁，至少是他暴兵上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么大的劣势啊！那黄哥的 APM 有点高啊，500啊接近。好，正常打。差不多了，2分半，他并没有。黄哥一条狗不会造的呀，打运营，你鲁双我就不造狗了。嗯，没有什么错，因为陆德丹前面没有什么错啊。前面有个房子，然后陆德丹第一个他不出使徒，他出叉的，那对于他来说的话，这出叉没有什么压力啊，这。嗯，哎，他这个农民还不去探路吗？我不知道他农民为什么不去探路。
啊，动了，应该是野东西吧？应该是干嘛？野东西吧？不会也引刀吧？也引刀。哎，这个应该是无水，黄哥是不会往里面飘的，他默认他引刀，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那个三臂银飘使徒，然后接引刀，你知道吗？默认。这个我感觉陆屯他把自己骗进去了。啊，不是引刀啊？嗯，我操，不是吧？不是引刀，完了。这使徒一波，黄哥招大众。这个招的是有点重啊。他不会那个的呀，不会下伤到他的。他为什么？还看不见。他肯定看不到。四兵营还好，他没有哦，引刀还是下引刀，还是下引刀。四兵营哦，还是下引，他只是还好，他只是引刀传的快一点，仅此而已。他并不是说要打一波，我操，吓死个人呐！他这个要是八兵使徒一波，人没了，黄哥。黄哥这波如果八兵使徒真人没了，还好，他只是那个怎么样？只是为了传引刀快一点点，仅此而已。他不是使徒也传了点点吗？待会儿应该。其实我觉得这个叉，他看到 VC 了呀。这个叉是不是可以穿进去啊？这个狗，强硬穿是可以穿进去，但是黄哥不敢，因为他没有这个嗅觉。哼，这话说的，你妈的！哎，是这样的呀。哎，这个使徒，黄哥有没有？造！他一攻要好了，我跟你说。一攻好了，这个使徒就没什么用了。是小狗咬起来很造蟑螂了，黄哥，我操，有嗅觉。我他不，他就算造狗也八个蟑螂造三十个小狗也，哎，但是第一步还是被飘的有点。嗯，他不飘的呀？为什么？他不可能飘。蟑螂，这个蟑螂打呀！蟑螂不要，逛街吗？蟑螂这他干嘛？紧张了。看这个完了，又是双 VS， 是不是过了这个？给个信息，哎，还行，送一波，还行，送回来，又在撒爆蟑螂了，对面是双 VS 暴凤凰，开黄金矿，哎，他这个偷矿不是把自己偷进去了？你中这来，那说肯定你这有东西的呀，是的呀，好了，又送了，可以。再去把这个偷矿解决了，好，再来双喷，复刻上一把，但这一把黄哥的经济要比上把好。这个是确认到你是有会出引刀的，引刀没有，哎，没有，但是还是会被砍呀，被砍是很正常的，他砍防空啊，砍防空就没用啊，这有二本，没取消，对不对？在里面这个也。偷矿也被看到了，这种妈的，这种怎么会偷矿呢？我也想为什么要偷矿呢？家里赤蛇在造了，有引刀在手，等一下再来呗，你等一下再来呗。这盘黄哥已经，黄哥别送，这盘黄哥已经稳赢版了呀，这里面这怎么输啊？我看不到输的可能性。我也是。把这个基地打了就走，可以，思路很清楚啊，他这个赢了，这把已经赢了，这把已经赢了，这很他不喜欢周乌亚的，不喜欢这又来上一把一样，这个局面就是双喷、双喷逼到一定双喷之后直接 A 过去就赢了，嗯。说你凤凰能烧到东西，但是所得有限啊！哇，黄哥这个房子9个房子一烧，让你杀，给他杀，给他没有关系，让你杀。好了，蟑螂过去再喷掉你一个三矿的基地，强硬币把你基地退掉。啊，直接来了吗？强行挤吗？可以挤。
虽然有引刀，但是这样换不亏的这个情况，一点都不亏。真的吗？我觉得还不亏啊，不亏啊，这农民换到的。可以可以可以，还个73个农民，随便换啊。对啊，就随便换啊。好，再来一个双喷过去，走过去就赢了，走过去就赢了，把家里的这个防空什么都插好就可以了。别有刺蛇的呀，这没啥用，没啥用。这么好抓的吗？现在陆德亮很迷茫，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哎，怎么打都不行。是的，他的。王哥现在刺蛇数量已经够了，他现在需要的是蟑螂的数量，蟑螂只要起来了，他就可以 A 上去。对，蟑螂他只要顶得住叉的这个输出，就随便打。嗯，三本，这种时间点不用管了，没必要三本，就直接 A 过去就好了。对对，没有必要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找到一个一击致命的办法，对吧？就爆一波蟑螂，然后 A 过去。三本可以不急，完全可以不急。他可能要 A 了，他在等这个科技，应该是在等吃的科技。对，可以走了，出发了。哦，对面要打一波了，打一波没用。他又来，又用这个叉，你刀。他把现在的路特丹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能有什么选择？他只能选择这么打。对，他也希望他现在站这个瞭望塔，希望你能出来，但是黄哥并不出来。这个白球什么意思啊？就留在这儿，这不搞笑吗？强硬冲一波，不用的呀，家里是还有很多次，怎么可能有用吗？对。接机，好，3-2。妈个鸡，我要把这个土豆移过去的。好，陆德山人麻了，我跟你说，陆德山应该来看看我的直播。那我教他如何用这个裸刷。他这个后续选择太呆了，你知道吗？哎，你知道是这个图、啊、是这个图吗？他不是说这个图吗？嗯。哦，等等，看错了，他说其他图，这个死大戏什么？啊，占星那个占星师。王哥有点紧张，他去厕所了，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等他们去厕所。对，黄哥还有一个赛点啊、嗯、如果赢的话你们永远再也不能接应他了。特别是比赛的时候你们在问这个洋人是谁，你们这句话就问不出来了。这是黄哥的翻身之战，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必须，这时候先不要慌，我先放首 BGM。妈的，这时候不要扮成个枪兵呐、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放首 BGM。这个黄哥已经拿到赛点了。好了。
等一下啊，他们都回来了。这在的他什么意思啊？这个，你把他换上，你是打的是哈士 team， 哦，这样换人。你想让他打哈士 team？ 你妈的，人都傻了，黄哥。好了，这场黄哥赢了，他就赢了。怎么摄像头呢？等等啊，摄像头我去查出来。等等，就是这个摄像头。嗯，OK 了。难道说又是裸双？这个逼每盘打裸双，黄哥会不会再来一个一拳？哎，一拳超人呐！再，对啊，再来一波啊！哎，又没了吗？等等，我把那个摄像头查出来。哎，他们再来一个张龙一波，很能守的呀。正常打裸双，应该出来了吧？还没出来，等等啊！把他妈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这个软件的问题。我靠，问看有没有好？好了，打了波奇，打了第六场，六盘都是裸双。其实我告诉你，其实哈斯蒂姆压力也很大，因为他输了之后，路特丹压力也很大。你妈，他输了之后，兰博这些人也会嘲笑他的。我说的没错，他也会被他那些观众膈应的，是这样的。说的没错，但我觉得他的打法就。就这么一个打法，这么一套，基本上没有什么变过。嗯，黄哥这次如果顺利的拿下鹿特丹的话，那下个他将面对的对手是同样是荷兰的选手哈斯蒂姆。啊？干嘛不能打吗？黄哥吗？对啊。打个锤子！蟑螂一波来了，一锤定音。就看这波蟑螂一波了。从前几盘的这个打法上来看的话，鹿特丹 ES 上是不可能出虚空的，出虚空的，他就出凤凰的。我操，已经开始升一攻了，他没有泽月，他死了呀！这盘的蟑螂一，他没有贪怒。这盘的蟑螂一波比刚才要更狠一点。这盘的蟑螂一波是有狗数的，就只要这个口被破了，基本上就结束了。七个蟑螂没有狗数啊，取消了，虚空啊啊！怎么办？这现在也不可能停下来了，现在完了，黄哥，这。怎么办，黄哥？他变招了，他换成虚空了，他直接都是崩了。荷兰洋人，你妈不讲武德！我靠，居然中途变招，搞得现在黄哥很被动。凤凰，还好还好，但有个虚空在就未必打得进去了。现在，
不一定，不一定，他没有周地网。哎，绕了一下，这个绕的很精髓。虚空不在正面。广哥要第一时间。虚空他不在正面。下面那个房子去了。广哥不砍人口了。那个房子离空了。能不能第一时间秒掉？没事没事，秒掉这个叉。可以秒，可以秒。他这么多伤了，随便秒。还在出凤凰。好，秒掉，直接冲进去。进去了，好。跟他拼了。把水晶打了，水晶好。哎，他怎么把农民打了就好了呀？好，黄哥牛逼，打赢了，打赢了，再不是东西，好，再秒掉水晶，在二十后面26条狗，三人傻了，已经人傻了，砸到了，路上乱了。大家看到黄哥，徒弟保佑黄哥，黄哥要庆祝了，黄哥要庆祝了，黄哥，咱们农民拖下来，但没用，狗太多，奇迹，奇迹，哇靠！采访，采访，采访，必须采访，这必须采访。妈的，不愧是黄哥，黄哥牛逼，终于赢了！我操，这么冷静，妈的！这么冷静，是土豆吧？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百刀杯啊，黄哥4-2的比分顺利拿下了鹿特丹。等他来啊，等他来，唱一首歌，快点给我放一首《男儿当自强》。这你妈！哎，别放吧，不，这个。要罚钱的、啊，不能放吧？哦哦，好，你就去，不能放，不能放，别激动，黄哥，好了呀，啊、哦，哼一下，小哼一下，面对万重浪，咚咚咚咚咚，热血像那红日光。咚咚咚咚咚，好了好了，别唱了，再唱了。我今天可以啊，黄哥。我问你，在第研究了下的呀？第四盘，老子妈没白做功课。第四盘，黄哥，你妈你要输的，你研究了我们研究了一天了。你要输的情况下，嗯、最后那波他妈的死亡冲锋，你想说什么？哪波死亡？第四盘最关，第三盘，第三把，第四把，第四把，很关键那一把，他巨大优势。啊，他巨大优势吗？第四毛，他肯定巨大优势啊！巨大优势。我不是出飞蛇了吗？准备。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过来送你一波，然后你反打一波过去。哦哦哦哦哦哦！那波他高估自己了。那波打完是不是感觉？是不是蟑螂刺蛇打他这个？插凤凰，妈的了，他妈的后面就发现了蟑螂刺蛇就随便打他这个组合，所以后面我就不急着打一波了。我说吧，他一把他赢了，自信心就是拉得很慢，因为他知道他是意识应该比他强，你知道吧？慢慢打就赢了。现在鹿特丹很尴尬，他只会这么打呀，我就每把都，然后第五把我不就一直那个一直出蟑螂刺蛇就好了呀，他就只能他来冲了。引刀也被算死了，没有用。黄哥，今天这个我今天跟 Set 研究了一下他的 VOD 的。嗯，对，今天这个土豆我已经贴在他脸上了啊，让他好好吃啊，这个土豆。黄哥工让他好好回去练一练，下次再来找我。妈的，不愧是黄哥，我靠！今天扬眉吐气，你想对观众朋友们说什么？哎呀，你妈的，平时不出手，只是妈有点怂，实际上出手还是有点硬的。不是，大家也不要觉得我很菜。顺便跟你说一下，黄哥，鹿特丹当即表示希望再跟你切磋一次，下次有机会再来啊。说一个月后再来，好好练练，我叫他。OK。这你妈开心的一逼，我靠，老子也不容易好吗，你妈一大早就拖着 Set 在那里练。是啊，研究了半天。
又看录，又看 VOD，又练习，我操，他又妈吃好久没各有那种么认食。真过了。哎呀，你妈的，必须要来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这妈这个好像很熟悉啊，这个。老子他妈每天你妈妈的听了一天的这个歌。妈，听了一天这个歌，不是今天好像没他放们那弹幕个吧？钻我粉靠！出那个叫什么东西了？出表情了，出那种特别表情，大家有对，兴趣我的可以对看一眼啊，今天这也可以个发一发朋钻友粉出特别表情了，我看一下啊，我怎么发，黄哥？你发我不不了。知道呀，你有人能发的呀？你看他们发这个什么666什么吹毛什么的。看到的你能看，但是应该发不了，你没有钻粉。吹毛，好了，我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吹毛了，老子妈的该打了，下次就是孙哥打陀思够了。完了，压力来到了孙我哥这边，你妈和压力现在来到了孙我哥这随一时可以边。打的呀，妈想我什么时候打我就什么时候打，我不急的呀，我随时可以打的呀，我不虚，主要是我一点都不虚。我听那个，我听法人安排啊，法人安排我什么时候打我就什么时候打。主要是路人他那个打法真的是不是他太指挥呆一了。招，他主要就指挥对，了一好了，招。也是感谢各位兄弟们今天这个到场支持黄哥啊，我们接下去将会在国服发起4v4的挑战，我们会找你把默默扣叫上，我们带默默扣上。好啊，妈，默默扣肯定比貔貅要猛啊！你妈的，你这么想呀？有道理啊。哎，你有再怎道么样，理。妈的默默扣肯定比貔貅猛一点。你可以叫浩南，浩南来了，浩南来了，浩南妈那天还在问，他说他也想打。哎，你啊，让浩浩南、南，浩默南。默扣，你们先打一盘，你们先打一盘，我先休息一下，老子现在很拉啊，得很累，好好好，然后你再去去吧，发你个微去吧，你博。去吧，你去吧，啊，你去我知道你要刷刷论坛，兄弟们，男儿当自强，先发个微兄弟博。们懂得啊，懂得，他要看论坛了，哈哈哈哈。刷起来，认得他现在刷不了。强啊，黄哥。你把我给我叫来吧，我现在等你。OK。黄哥应该是相当于是第一次当选手，正式那种当选手赢的比赛啊。很累，你妈了个是的，鸡！你你妈的，老子从来没有早上，你妈的早上睡不着，你妈起来叫谁的？只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是有回报的。这才是刚，啊，幸好今天早上找 C 的这试验了一下，不然的话，你妈的这个四个蟑螂肯定这个吐不才了刚刚口，开始你妈啊，四个蟑螂要这才输。刚刚开始。你下个，四个蟑螂应该是要输我打都的，帮要你，我输。都帮你定好了。你下个要挑战的对手就是哈斯提姆。你妈哈斯提姆打个锤子打，不是，你是不是脑子有问打呀！题？我你不要慌呀！老子他妈打得过哈斯提姆，老子妈的不直接把鸡哥一起弄了。顺便把你，Michael 们在也的都弄只了一能下，跪下。顺便把你们也弄了，你们俩还抖一抖好吗？说不定真有打机起会来，弄李培楠呢。李培楠没机会吧？有点机会，哈斯提姆其实还是可以的，妈等等，没弄那么哈多。斯提姆就有机会弄李培楠好吗？是，也倒是。来吧。快乐的拉个屎！黄哥，刷一下全世论界坛，解说界你应该已经难逢敌手了呀。不，还有比他强的。还有谁啊？解说啊，对的，哪个打得过他们？什么什么什么穆斯林这种穆还是斯林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澳洲猪王那哥们，妈也有点实力，好吗？对对对，几个还有点那个穆斯林应该是之前做选手的吧？我记得是个 T，是不是？对对对，还可以。黄哥打那他不算，他不算是解说，他是选手，就是纯解说。你肯定是最强的了。他们说还有全太阳没出手，你妈了个逼！你快进来，那个浩南。全太也不是你们先打，那个，你们先打解说，他就是偶尔解说一下。我在线啊，你拉我啊。看不到你。
我看你让默默夸拉我，我这个看不到好友在线，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新建可能出问题了，不容易不容易，黄哥真的不容易，我操！啊，这边我们要放个图啊，这个图是不是你妈个，他说的是星际，不是多塔，星际好难啊，不是星际咋了？干啥？星际多维多，你不是要打吗？这个我看一下我的电脑下星际了没啊？等我一下，等一下我把这个图放给你们兄弟们看啊，这个图是我们。为了黄哥获得比赛胜利啊，做的一张图，给大家看。我操他妈的熔断了！我操，让我进一下那个论坛。不要想进，不要想进现在。还可以啊。成啊，黄哥。我靠，皮丘来了！来来来来，进来，皮丘，只能去后九看一下。星际，不是打星际多维多啊？你要打吗？那个皮丘，你们打，我好像没下星际。那我们压力有点大，赛的，你妈的又是皮丘又是摸摸口的，我靠！摸摸口你来，后来没有星际。皮丘，你还是航母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航母就行了，其他都不重要。嗯，我看一眼。其实现在陆城南也很尴尬，你知道？陆城南肯定尴尬，陆城南，妈个鸡的，他都不觉得自己会输好吗？其实打下来，我感觉他两个人是差不多。对，但黄哥比他准备的好啊，这明显像个职业选手在打比赛。打的太，打的天地化，就是太那个了，太就没有准备过，就陆子。不是，今天我们来准备的时候看他的 VOD， 你知道吗？我特意让摸摸还过来，妈的听一下陆子山在说什么，就是他打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他怎么判断对面是不是在 rush 或者是干嘛。待会我就公开啊，名字是91，有实力的兄弟可以过来跟我们碰一碰。对，陆子在各种。那你们不是碎了吗，孙子？还好，有我跟那个 Sad 在。那你叫有实力的兄弟过来，那我们不碎了。只有 Sad。嗯，我拉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显示不了好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到木木狂。他在上游戏，他密码忘记了啊！他密码都忘记了，太久没有登录星际了。你不行了，哎，准备这个东西，他黄哥发挥的其实后面发挥的就非常好了，只自信打出来的主要是，对吧？对，那已经开始跟妈跟黄哥道歉了，我操！什么？啊？我刚刚挤进去一下，又出来了，又进不去了。黄哥今天的确扬眉吐气了，这个打的真的可以。今天的黄哥，要不先搞一把三 v 三呗？可以啊，三 v 三。你什么时候打，兄弟？啊？嗯。你什么时候打？我先重新做主机，我等那个法人的安排啊，法人安排我什么时候打我就什么时候打，我都可以的呀。好了，进来了啊，91，有实力的兄弟可以来跟我们碰一碰。啊，这些人好像不是很强的样子啊，对的，没什么实力，没什么实力，乱杀。对面他妈的打那个自哎酒馆的，
两个人族一个虫族啊。他们两家三兵一跳子神，我们是不是人没了？慌什么有？没有。我们两个随机，现在不知道什么组。你可以造个使徒，稳一点。对对对，你造个使徒。你可以造一个使徒。我。然后矿里面放一个，对啊，放个气宝。我什么东西？你造一个不要放，你又不浪费钱。我放个地堡嘛。你们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地堡来吧，这样好吧，你什么都不要造了，我来帮你防，好不好？是不是工人没补够？好。你什么都不要造，我来帮你画的。我也是神族。CV 就绪。你来出航母吧，剩下的这包在我身上，你死一个农民，这拿我问罪好吧？死一个农民还是要死，只是说，我都嫌弃，我都嫌弃，不要慌。你造个电池，你如果你死一个农民，你拿我问罪。包在我身上，我有个要求，我们帮你罚单，你去探个路好不好？建造更多的补给站。不探。你妈的不探路，那怎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什么打法吗？那你想知道你是太阳，紧随其后，所以我让我穿上，说的没啥问题啊，兵哥。你的决定，你妈个！什么事啊？哟 ，SCV 就绪，请讲。任务艰巨啊！两兵营差不多了，妈，请讲。你三兵营没有，完全没有停止。SCV 就绪啊！什么事 ？SCV 就绪。啊？什么事儿？红丝裸霜。嗯。SCV 就绪。俩。这个是单兵的单兵的打法，请讲。来出火车、啊，随便了，兄弟。我不确定出火车。紧随其后。出火车，出火车，爆火车，爆火车。哎，这是一个人的兵还是两个人的兵啊？一个人兵。你吓死我了！主基地已升级。任务艰巨。更多的晶体矿。收割晶体矿不足，还算不错。请造个电池啊！不用造，不用造，我两兵。什么？不用造。你要？需要更多补给站。那就行。收割现在开始。三个死差不多了吧？有兵了。我觉得三个死神如果都解决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了。SCV 就绪。我都有兵了。合理。任务艰巨。收割现在开始。SCV 就绪。你想让我去干掉谁？开工吧，我听着呢。干什么 ？SCV 就绪。你什么？啊？什么事儿？什么干？我死了。我前期这个死神有点亏啊，这。任务艰巨。SCV 就绪。我也去搞他们呀！我过去差不多别那个提速狗就出来了。好的。SCV 就绪。我去，我去，你什么价值？就绪。部署舰艇搭建完成。我听着呢。当然，感受死亡天降。CV 就绪。有狗叔了，他们。感受收割者的恐怖。来了，哎，回来了。来了。我天。那我要油。CV 就绪。哥，你要来呀、啊！我守不住的。你守不住，我火车在造。部署建筑已完成。我问你要出火车。什么价值？没什么我搞不定的。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我很伤。什么？我上来 SCV 就绪。我上来是要防那个他这种两什么事儿？三兵死神啊！我只能不用死神，我是造机兵，应该直接出火。感受收割者的恐怖吧。但是还好吧，不影响。
请讲。你不能在那里建造。啊？说 SCV 这门在哪？好，找到了。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是时候大干一场了。哎，怎么？下盘拉我，我好了。SCV 就绪。请讲，没问题。盟友的又来一波五分吗？孙哥，又来一波狗。SCV 就绪。我们盟友的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他打不了，他打不了。好耶！可以出发。我去。走走，压压压压压。投什么价钱？他们正在骚扰你。长命有怎么样？打得过你吗？我现在能变两长命了。我听着呢，啊，是时候有意思。当然，什么价？死亡天平，我压不了，我照着兵啊。那个，你要把这些打了，就同意。啊，你也不需要我呀。我说你要过去把那个运输机打了。啊 ，SCV 就绪。别算。当然可以。成功，来来来，一起。我来了。你下有坏消息，请讲。我们有的基地在正在遭受攻击。SCV 就绪。SCV 就绪。着陆程序受到干扰。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中中中。SCV 就绪。请讲，什么事儿 ？SCV 就绪。准备出动，开工吧。SCV 就绪，还算不错。很多毒棒。SCV 就绪，你的盟友正在交战。过来帮我杀火，是吧？你往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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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不用退，不用退。正在遭受攻击，你的 SCV 就绪。哎，你兵呢？你兵呢？多谢了。打不过，打不了，打不了。我来帮你守，我来帮你守。这就出发。家里你就把那个冰柩，你就放在那个高位置啊，让他不要碰头，孙哥。你们没了呀，孙哥？你不是乱干吗？妈的，家里有坏消息。没有，我们还貔貅呢。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啊！现在要指望我了。不是，你们喜欢貔貅就是不想赢啊？不是，什么？我还行，好吧。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什么情况？就这样。我随便走。这就出发。就是。我有火车，很多的。油门到底。貔貅要来呀，八分钟了，好像有狗在哪儿啊？正面。来嘞！你去把他狗不要管，狗不要管。狗不要管，对，你帮他，。遭到攻击。这就出发，我一个人扫出三个人啊！任务有什么事？紧随其后。对啊，你这一出来不就终结比赛了吗？是时候大干一场了。嗯，打完了。SCV 就绪，你的 SCV 遭到攻击，一处矿脉已经枯竭。我要上来救，我上来救。你不用管，你就管这边，你家里面我会帮你做的。这边打完了已经。你先跟他上去，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上哪儿？没有，这就出发。不着急。主精 SCV 就绪，稳一下。SCV 就绪。我家，这就去。我来，再飞，这个就有点慢，你知道吧？飞的有点慢。正在交战。SCV 就绪。SCV 就绪。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是时候进行扩张了。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是时候。SCV 就绪。SCV 就绪。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有坏消息 ，SCV 就绪。第四，有第四。OK， 我知道了。我没反应呢，你们要出点反应。我没反应。我有点。慌不慌？那是矿脉的那条光。我们矿北那个。我去。好。也有第四。灭手。
不一样，不是我的风格。对对，正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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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脉已经枯竭，我的情况紧急。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雷达，我的情况紧急。雨修呢？我在啊，我在啊。大声点！准备出动。我看看，三百平，随便 A， 随便 A， 他这边完全打不过我，随便 A， 我在 A， 我在 A， 我在 A， 准备雷达，雷达，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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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别接，等有雷达吗？有雷达吗？知道，别接，我到了，我到了，你打，你打，来，目标，我 A 了，在 A 呀，就跟着你，你 A 就完了，跟着你，我们就跟着你，我在 A， 在 A， 在 A， 他马上，他马上符号出来了，往前 A， 往前 A， F 二往前 A， 在 A， 在 A， 我们有兵跟着你，我符，兵力跟着你。我三百平，现在我操作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准备出雷达，雷达不清楚。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雷达，雷达，雷达。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我也看了。S C V 就你也看。看来我们要打后期了。哟。你没血的把后面拉了。往后退，你我的追力可以死你，往兵往后退一下。我的情况紧急，我的兵可以死，你兵不能死。你看我小飞机死完了，我小飞机死完了呀，还有腐化。雷神在此，要先退交给我吧，干一场了。能干就行了。哪里比较？但他们也没什么东西，他们就这一波。是啊。但我这个死有点多，帮我点点腐化呗。哇，关仔再点再点。我给点腐化。请讲，长官。感受雷神是太多了。使命必达。雷神在此。稍微，我觉得稍微退退，你觉得怎么样？想把什么？退退退退退。退退有坏消息。是时候大干一场了。紧随其后，开一下矿。SCV 救星，我航母死完了。你再，你吓死我！请讲。嗯哼，使命，目标的啊？什么事儿？我不能在那里建造，遭受攻击，看你的了。你这个矿我们救不了。我去了，我去了。是时候大干。晶体矿不足，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没我。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勇满出发。我人口一直很。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在家里。是时候大干一场了。勇满。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先推他腐化，推他腐化，他找我航母。没有没有，我下面有雷神的，我下面有雷神的。给我你的命令。哦、目标在哪儿？没有的，不能在正在遭受攻击。勇敢出发！我来救我。我是机械化，我那个机动性有点差。SCV 救星，是时候大干一场。我机动性也不好。啊、好巧，我来救，给我你的命令，有主基地已升级。S C， 我这儿麻烦大了。请讲。升级完毕。几个航母了？加多。他们正在骚扰你。我操，这么多！我的情况紧急。来来来，没事没事，我比他更多。哎，春哥，你雷神呢？在我，你要往我雷神这边跑啊！哎，王五，你雷神在哪儿啊？在这里，在这里。在我下面，我没了。在，枯竭了。枯竭了呀！我不是在家门口吗？升级完成，准备出动。不是你雷神在哪儿？雷神已经被吃完了，我刚才在那边，六个雷神，地雷，你这严重脱节啊，打完了。我们的 SCV 遭到攻击，我快做。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你的盟友靠，你们输了，输了呀，需要更多的晶体矿，
需要更多的菜。盲友的基地进驻基地。我这么牛啊，虎哥！哎，今天男儿当自强。我这儿忙。我把那个。我用还是皇冠？他是杨毅啊。那是矿脉被采光，但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就是打多余都不要偷矿，偷矿的话我们来不及救，你知道吗？哎，又是这帮狗兵嘛！主基地已升级。对啊。使命必达。需要更多的金矿。狗兵，你妈下个这个酒馆也。哎，谁把我基地打了？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能回去看我基地打的？难道他盟友把你基地打了吗？给我你的命令。我说这个他应该不按料的。目标在哪？我要回去战。遭到攻击，镇定。敌主矿脉已经枯竭。准备，我的情况紧急。你的盟友遭到攻击，矿脉已经枯竭。雷神在此。感受雷神的力量。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大声点儿！感谢这个 LMZ， 你真办不下来的两个兵。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SCV 就绪。这妈要被虫子咬了！什么？钢铁！我要回去战斗。给我你的命令！我快做，请讲。油满，出发！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比较，是不是工人没补够？什么都没了。走吧，我们这边冲一波吧。Chris， 冲一波，冲一波。什么？我靠！那是矿脉矿坑。三十吧。你他妈，你跟孙哥俩人加一块，还跟别人一家人口高的。油满，出发！我算了，不急。哎呀，你妈的，没法打呀！我靠，刚才这个局面，来来来，感谢球奶当兵分配不到西南的一个飞机，还有 Dream 的飞机。哎，干嘛要我来吗？我拉号来吧，你不要来，你再去抓一会儿吧。哦，这你妈，老子去拉屎去了，刚刚。你来呗，黄哥，你打呗，我看你们打也可以。你先打呗，你先打。巨母让我去耗酒，你妈的吹一下。妈了个鸡的，这帮人怎么？哎，真的，皮笑。我干嘛？进了吗？没呀、啊。OK， 进了。这些人都有实力的呀，这不是上次带我们赢的那个吗？那几个人吗？没有用，好吧，没有用。你编你的航母就好了。孙哥，我怎么感觉你和赛特的实力不能带我躺赢啊？不能遨游啊？几号难，不要在星际里。为什么？不是刚才那个局面，妈三家如果都会打的话，前期三打是很伤的。是的呀。哦，你们现在三 v 三是吧？现在4v4了。4v4了，现在4v4要稍微好那么一点。刚才3v3完全打不过。打哪，宋哥？给我拍任务呗。什么主啊？不是，你要出一个虚空，你要把那个天空占着，你知道吗？你不要一直那个。你们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就出一个就好了，不要出，不要裸跳航母，出一个虚空。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主要是我前期有点伤，我一波狗他妈的咬了一筐农民。你人族啊？好了，你不要出那个，就出火车。对，你就出火车，好的。机械化，机械化，蓝火的机械化。
我计划是吧？蓝火火车，先出蓝火火车，两 VF 出火车。折月更多的水晶塔，要不要考虑一下野水晶呢？我还记得我们什么以前打过来怎么的？问题来了，咱们谁探路呢？全系男身体不健康的一个火箭。探路？为什么要探路？探呀探。不用探，路还用探？把路还在探的好吗？他们倒是在探路。我觉得我们这个探不探也就这样了，干脆不探了。两眼一闭，对吧？他 A 过来，我们 GG。A 不过来 ，A 不过。下一把。前期 A 不了。把节奏快一点。看一眼啊，不要急。两个兵营，三哎，他鲁了吗？还在我家里转，也转了呀。马总，我发现这些 ID 就是那几个逼，我操，每次都是几个。是的呀，上次打的是不是他们几个？两个神座，两人两神。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就是再来个农民。我们团结一致。你的盟友正在交战，这是我的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请下令。看我一动不动装电脑。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从阴影中离家。你的盟友遭受攻击，哎哎谁把路口堵死了？后来门打开，我操！两边一个助攻。我是黑暗。后来门打开，后来浩南门开了，门我操，我开的呀。哦，你开我这边，我出不去刚刚。妈的，他们淘宝今天说庆祝我胜利，要做一个秒杀活动，几点钟？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看一看，秒杀什么？为临时礼包。他又回来了。十点钟秒杀活动。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今日加速啊，教授。你们有足够多的精品。哦，对，加速忘了。凤凰。我们来去无踪。十八分，快十点钟才秒杀呀，还有两分钟才开始。我们与阴影同天，塞拉库。那个是什么？很多的兵营。我是黑暗之心，我从阴影中降临。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卡斯图拉吉罗，研发完成。我们来，我是。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他凤凰来了。我从他就搞你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他知道你没防守。我从降临。当武器都不要。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的岩石。
晶体矿不足。这你妈怎么走地面？你要我们做什么？你的抗击遭到攻击。走地面也是无奈之举。我从阴影中现身。那斯贝鲁乌纳达。为啥是一直盯着我打呢？所有人都来我家呗。你没有房子，他们就盯着，让我们疲于奔命啊！你要我们做什么？来我们这里就送啊！虚空，因为我们赶过来有时间了，对吧？地图很大，不好协防。是的，正在里面在被搞。哎，有人送航母了。我从阴影中现身。我输过他，我已经崩了。正在遭受攻击。林东明。你的探机正在遭受攻击，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不足。我从敌人更小的怒火。我杀了很多农民啊，我杀了。光影木。哦，没事，他也杀了我很多农民。很有兴致。纳斯贝鲁乌纳达尔。我们与阴影杀了他农民大过一矿吗？矿多，只是个幻影。肯定一矿多。一处矿脉已经枯竭，看来我们要打后期了。那差不多。我应该杀他至少两矿。这是幻想。很多凤凰，很多凤凰。以虚空之名，那还是可以的。我们的盟友基地上也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看你的了。我从阴影中。你的盟友遭到攻击，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纳斯贝鲁乌纳达尔，明智。你的盟友遭到攻击。拥抱战斗的荣耀。哎呀，秒杀开始了。纳斯贝鲁乌纳达尔。他们人都傻了，秒杀开始。盟友基地遭到攻击，你的探机那需要有能量场线啊！这能？我只是我们盟友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至不至于啊！一直搞我。夏库伊娜，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我是萨乌拉斯之。嘿，他们正在攻击你的基地。说出你的指令。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雷姆，高能瓦斯不足。夏库。我们的盟友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是时候进行扩张了。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战斗打响，让敌人感受我们的怒火。很，你需要我的。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卡斯图拉九。哎，这事还没有好吗？还没死。我是日食之鹰。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你有绝月备用吗？矿脉已经枯竭。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我只是。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互爆凤凰比较屌啊？矿脉已经枯竭。我要爆航母，他爆凤凰，我们打不过他。对啊。说了吗？现在要么出虚空。盟友的基地的盟友遭到攻击，看你的子图阿九。为艾尔而战。我们的矿脉已被采交战。啊，我已经大功了，好吗？杀了你妈32个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帮哎，坦克怎么站在我门口了？你要我们做什么？我是我从始至阴险。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已经到我们家了？已经。我知道，我只在守我这边。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嘿，他们正在攻击我的基地。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从妈，你们啥情况？被火车侠妈捂在脸上。我的盟友的基地研究完成，这项升级很多年里一直很拧巴。今日不可消命。这个怎么弄？正在交
战。你家里没有弄啊？他们正在集火水晶塔，精准的战术。我好卡。我是黑暗之心。可以超出补给，还探击折叶水晶塔。我们与寒冷只是虚空。他们正在集火水晶塔，经典的战术。不是，对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叫存亡此难。我这边守不住，你的矿也守不住，好不好？我来。我他妈也没拿过呀。堪堪保，堪堪守住我这里。必须将其放置在能量场中。所有的基地正在遭遇不能侵略到那里了，注意。我也是堪堪守住啊，你在搞我的是吧？我们守我们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疲于奔命，现在的呀，他们就一直搞皮丘，没办法，我们守帮不过来，杀死了。打不过，地图支援太长了。对，你的探机基地遭到攻击，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卡斯图拉吉奥，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从阴影中现身，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好像你们拖这么多航母啊！不行，兄弟，这图不能打机械化，这机械化支援不了，太大了。是，感谢男的一批二三三的一个。我要去上个厕所，我要去，肚子很痛。来，黄哥你来，赛的。你确定你是上厕所吗，赛德？我真的是肚子很痛，我刚刚打了一半的时候，我肚子就很痛，你知道？你妈是不是摸摸会要干死你吗？没有啊，为什么？你被赤脚兔说漏嘴了。什么事情？怎么对呀？赤脚本来明天你不是飞机七点钟吗？嗯。你七点钟飞机，然后就我们明天的那个什么芥末杯不是就打不了吗？对啊。嗯。打不了，然后就他们就说周一打，然后摸摸会就说。那个赤小兔就是摸摸我说可以打周一，然后赤小兔说你哎 ，Sad 不是周二回去哦，不是，是摸摸我说打不了周一 Sad 飞机，然后赤、啊、不对，是摸摸我说你周二回是可以打，然后赤小兔说不对呀、啊、，Sad 不是周一飞机吗？反正就时间没对齐，我就跟你说，毛就是周二回来吧，周二是几号嘛？16号嘛？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现在时间没对齐。哎，对齐了，对的，对的，没有问题。你们先打，你们先打，我要上厕所。王哥进来。就是你是周一飞机回家，但是摸摸会以为你周二才回家。哎，我怎么这游戏在更新？哎呀，这种东西不要去关心，人家你们小夫妻之间的事情，你那么关心搞毛啊？啊，都怪赤小兔，我操！看破不说破，不是我说破的，是赤小兔说破的。已经说破了，赤小兔，你妈的，默默可现在在群里面说，老子一会儿去找他。said 你妈的，我先跟他说一声啊，这个为什么正在等待另一项更新是什么？你在更新别的东西啊，肯定是。你在更新别的游戏，你把那别的游戏。为啥我进入不了房间呢？我为什么？对啊，皮丘。没有呀，我其他都没游戏啊。拒绝，你是拒绝加入、啊、重新进一下，重新进一下，重新进一下比较把那个游戏关了。哎呀，我直接启动新计算、打不过呀，这个不要慌，有黄哥，你慌什么？刚刚你妈的赢了loot单，你慌什么？哎，我他妈启动不了，我新起啥情况？妈的，我用外服启动一下。打不过呀！
还是有另一项在起在更新，也不知道什么在更新，妈了个鸡！正在等待暴雪服务器响应啊！我注销一下，我注销一下。那你把 BN 关了再上一次。我这边也注销一下，我注销一下。你把 BN 关了。那我也把那个我把那个账关了，重新再上一次吧。今天卖的黄哥终于扬眉吐气了，黄哥好久没有扬眉吐气了。这战网挂了还是平台在更新啊？为啥我感觉进不去、啊？很风轻云淡、啊。哼，其实内心你不觉得吗？他刚才你妈的各种在刷论坛，爽的一逼。这就像你妈风清扬使出一招独孤九剑，打死了一个罗罗啊，没有感觉。做了那么多准备，对吧？鹿特丹输就输在没有做任何准备。虽然他练了，但他的这种练跟黄哥这种针对性的练是完全不一样的。确实。所以鹿特丹输其实也是有说法的。来，拉我。等皮球，等皮球。我进不来。啊？你们要不把摩克叫来？不，那我就三比三吧，那就。我做个三比三地图。那你三比三搞一把呗，我战网直接崩了。进不来啥呀？你是进不来国服还是？不就战网上不去。啊？你重启一下机器看看。重启啊！我重启一下，我重启吧。你们退啊！你们退啊！房间。这你退房间退一下。哦，好了，再进。他去重启了呀。哎，这周五季后赛了。对呀、啊。啊，兄弟、嗯。皮球去重启了。我们很快的呀。那也行。来呗，够呀。哎，妈个鸡！哎，没人，没人。你他妈什么情况啊？痴呆了吗？哼，哥，你这老年痴呆来的有点早啊！你这还不到40呢。看一看，真的去看一看，兄弟，神经科。进来。有很多人在狙击我们，我先跟你说一声啊，黄哥。又是还是他们吗？又是这几个逼有点实力啊，这个还挺有实力。那孙哥，你平时会忘什么事情吗？不忘事情不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吗？跟你说了呀。去啊，孙哥，你挂两科，这有很正常的事情了吧？你去挂个泌尿科，孙哥，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啊，看一看。真的呀、啊，挂个泌尿科。他们两个人，什么事儿？你们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啊，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怎么说自己说到自己那边还是怎么说？明白，请这个图很小啊，我们可以小。你看看地图吧，我们三个人主矿都挨着的。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的岩石。SCV 就绪，还好一点。打打吧。妈的，我先探路呀，咋的？需要更多的补给站。啊，请讲。有坏消息，收到。你什么 ？SCV 就绪，请紧随其后。六哥就输不了是吧？他妈，你们六哥算锤子！妈的。有 SCV 就绪，请讲。
啊，请讲。 SCV 就绪，任务艰巨，有坏消息紧随其后。啊， SCV 就绪，请紧，任务艰巨。啊，有 SCV 就绪，他们正在骚扰你的 SCV。 两次啊，有一个，有一个人族两次啊，有一个人族单次。什么事儿？他是飞大河的呀。请讲。飞大河又是什么鬼啊？你的 SCV 遭到攻击。嗯，是的，收到。你的主基地已升级，有坏消息，骚扰你的 SCV。好，我这就去。都正常开始。收割，现在开始。你吓死我了！什么 ？CV 就去要干嘛？小奶，小奶。啊？你把你那个，你那边那个门啊，就这个开一下，要不然我绕个路太远。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CV 就去。当然。小奶，往这边跑，往这边跑。的确。跟过来，请。你的盟友正在交战。SCV 就绪，往那跑不会死。开工吧，欧耶，没问题。什么价钱 ？SCV 就绪。你任务艰巨啊！部署建筑，清理着陆区，展现威操的时刻到了。一个是干什么？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当然，我听着呢。CV 就绪。同意。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我们完蛋了。CV 就绪，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主基地升级。地面的。我已出发，没什么我搞不定的。开工 ，SCV 就绪，马上吧。晶体矿不足，部署建筑已就绪，真够费的。SCV 就绪，你的 SCV 遭到攻击。啊！紧随起，什么事儿 ？SCV 就绪，是时候大干一场了。能量不足，有。你吓死我了 ！SCV 就绪，请讲。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工人没补？需要更多的能量。你是不是设成了自动施法 ？SCV 就绪，什么事儿？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一传兵出来了。晶体矿，你的补给不足，建造更多的补给。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你需要更，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工人没补够？需要更多的能量，你是不是设成了自动施法 ？SCV 就绪，油满出发。这儿有红点，我不知道是啥。想把什么炸平吗？两传兵，就是这边两传兵。我快，时间在燃烧。什么？你要干嘛？没什么，我搞不定。等你下令了。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打的。哪里比较热闹？你的盟友遭到攻击。我截了一传。这还有一传。两传兵。SCV 就绪。啊 ！SCV 就绪。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等一下，太好了 ！SCV 就绪，哪里比较热闹？来，他们一波了。停讲 ，SCV 就绪，时间在燃烧，准备出。没多少东西。但这个八兵，八兵刷兵还是。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好极了，随时有空。很多哎，对对对对，
柯南，全速前进 ！SCV 救援，三个站，就这样，我这儿放的炸，我拦我都拦好了，一场了，我们没有机会再危险了，是时候打败一场了。主基地已升级，准备出动。这凭什么打得进来吗？我操！任务艰巨，啊！啊！一处炮麦已经枯竭，看来我们要打后期了。你不能在那里进来。SCV 九区，家里面，家里面。炮兵四海，是时候大干一场了。大声点！是，音速我很不一样。更多的进化。油满，出发！什么？九九攻击 ！SCV 九区，感受收割者的恐怖吧！SCV 九区。晶体矿不足。SCV 九区，别往后退的，往后退的。后面坦克，多坦克。给我你的命令。遭受攻击，看你的了。前进中。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旁边转一边。油满，出发。我只能把这大干一场站的。紧随其后。你需要更多的。SCV 九区。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的岩石。我在这画俩圈。大声点！说干就干。盟友正在交家里面。大黄我这边来的。你人手吗？随时有空。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正在交战。走，你们来点兵帮我守备，我打地面。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没我。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后来你家里面也被搞了。有坏消息，遭到攻击。油满，你的盟友遭到需要更多的晶体矿。托阿九，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工人没补？嘿，他们正在攻击你的基地。我这儿麻烦大。SCV 九区，你的基地遭到攻击，镇定。啊，是，有坏消息。SCV 九区，主基地已升级。SCV 九区。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目标在哪？正面吃了他已经。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蹑手蹑脚，不是我的风格。SCV 就我的情况紧急。正面他们还在组织呢。一定反闹。在此。出发。你的基地受到威胁，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晶体矿不足。你吓死我了！我们正在交战。行。SCV 九区，请讲。上面还有坦克。雷神在此，是需要更多补给站。啊！这一项升级能让你的单位变得更强。马上完成。任务艰巨。我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请讲，长官。我可是条啊！雷神在此。我现在他们送他了，我现在只能帮你们把这边地方先占着。高能瓦斯不足，攻击比较差一点。把正面往那下面架。出动！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啊、目标在哪儿？定住了。那是矿脉被采光，但也没有分析点。给我你的命令，是时候大干一场了。靠，我被绕插了。你在那边等着。是时候大干一场了。他们在那边很难过。我们盟友正在交战。下。哎，这边打得好激烈。油满，出发。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看你的了。家里面妈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冷静，我把我打得没钱了。我来给你钱。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油满，出发！看不到他哪里？你家里面我真够费时的。高能瓦斯不足，但
家里面我在派风机过来听。家里面有个冷静。我在守，我在帮你守，我在帮你守。方哥，你守一下，我捅一个。我守了，我守了，我守了。坐不住了，油满，出发！我的情况紧急。你的盟友遭到攻击，他的把这个打了，把他冷静打了。前进中。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准备出动。没了呀，他们就这。给我你的命令。没输过啊？交给我吧。这就没输过。什么？不会是黄哥啊！我靠！妈，这种就叫没输过。这种实力就跑过来装逼了，我靠！只要什么不是李培南在，皮秀还在吗？皮秀，妈的，皮秀已经跑路了，已经。就只要不是李培南在，他们就输不了了。我最后一把，最后一把。他们那个人族被我定傻了。你说的没错。我四个感染虫全部定满。方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啊！说的没错，再也不用妈被人说什么，这个、再也不用被人叫土豆了。不，土豆是另外一回事，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叫你甜心黄。这土豆是你妈的，你打！哎，刚才忘记问他了，你打挪他的事情。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对不对嘛？妈，刚才忘记问他了。而且土豆也不是单给你。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工人没补够？兰博这个狗，没事，黄哥，再练练，把兰博干了。冤有头，债有主啊！啊？现在你要他的命了，好吧？干兰博是不是你高估我了？我能干兰博，我就可以干李培南。你必须解放更多的神经塔。这图好他妈黑呀，黑起码不得。我根本就，别人如果过来的话，我根本就看不到。我看那小地图都看不到，感觉。这是黑。因为都小地图就看不到这个图。多塔干他，多塔现在干不了他呀，他多塔有点厉害啊，他把我气疯了。他是不是要修你地堡啊？但也不对啊，你有一个气啊。好像没有。啊，现在这些人怎么都那么跳啊？不是，他们是不是把这个游戏当 DOTA 了？这是星际二。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的岩石。两兵营啊，两兵营，两兵营，这个。两兵死的。我塔我就是一打三，好他妈跳啊！我靠！怎么那么跳啊？晶体矿不足，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的岩石。两兵死啊！我再说一遍。太跳了，黄哥。关键是狗逼还在偷听。
中降临。你不能折越到你的盟友正在交战。Vera， 我们盟友的基地受到威胁。他们怎么双死神啊？两兵死，我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血债血偿。方哥，牵制。晶体矿不足。要去。去把那个打的，我先帮你防一防这里。我们来去无踪。转型了已经。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我是黑暗之心，我从。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要去退一点如你所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我看你先知，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他们干我了。你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卡兹图阿九，让敌人感受我们的怒火。我从阴影中降临。如你所示，你寒冷即是虚空，所以我是日食之阴。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们输。他先去传在我家挂着。研究完成。项升级很多年里一直很迷茫。寒，你的基地遭到攻击，阵地。我这波爆补应该挺伤基地的吧？你不能穿越到喂喂，到哪去了？重启的电脑啊！哎，重启电脑，重启的。哎，你家先电脑差呀？这是哪里才能买到好电脑？血债血偿。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我是日。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放弃我家无所谓。很有兴趣。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帕兹图阿九。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这个只要你把兵拿出去。没有人管你。恐惧只是幻想。说出你的。我看这些弹幕都在问。刚来谁赢了？那区区鹿特丹凭什么跟我们黄哥打？这下可从阴哪降？寒冷即是。我们稍微节奏先慢下来。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哎，别一个人去啊！盟友正在交战。大凤凰，别一个人去啊！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不是工人没补够？你们有足够多的晶体矿。凤凰，你需要我的能力。心灵需要有能量场才行，这也是他们的一大弱点。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你的盟友基地遭到攻击。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今我是日食之阴。啊，像鹿特丹叫荷兰豆了吗？说的没错。你的晶体矿为什么那么少？是黄哥起的外号啊。工人没补够。我从阴。你看，不就是他叫你甜心的吗？妈的，他不叫，他叫豆，这个。你需要我的能力。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不是，就是鹿特丹叫他的。那个时候问他敢不敢打，那个、然后鹿特丹说，
他不会觉得他打得过我吧？真是一个可爱的甜心。别出门了，别出门了，别出门了！你下面别出门，现在出门打不过凤凰。现在出门很容易送，他是凤凰带。好。水晶塔遭到攻击，你有折月备用的吗？你必须记得，你没有足够多装备。靠！我从阴影中降临。请我们融合。他是凤凰带那个。带狗毒豹。其实我的部队挺多的，找机会去搞一波，搞一波。升级完成，出发！他们正在集合水晶塔，经典的战术。明白。抓不到。靠索。为海尔而战。折月更多的水晶塔，要不要考虑一下野水晶？为海尔而战。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那处矿脉已被采光。里面还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升级完成，除完死。如你所示，你弟弟，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今日，那处矿脉已被采光。你守住吧，战士。我们要出门一起去吗？矿脉已经枯竭，交战。为海尔而战。高能瓦斯不足，我可以出门了。将与黑暗对抗到底。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我爸爸每次都会生那个。大帅，走啊！这儿你吧。他凤凰没骚到我。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家里面空都解决了，家里面空都解决了。为海尔而战。走走走走，出门出门出门。你不能这样。我的有何指示？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下令。那他们黄金矿都开起来了，凭什么啦？有何？我的为海尔而战。来来来，让他来，让他来。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危险！管先把人那个放了。你的盟友正在交战，盟友的基地正在遭受攻击。为海尔而战！你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你的盟友正在交战，请下令。哦，还有航母啊！对面你们能打是吧？今日不可。看航母全倒。升级完毕。遵命。OK。你不能穿越到那里，注意。我们是海尔的驿站。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对面你们稍微我们与阴影同体。你的盟友正在交战，看来我们要打后期了。家里面他们转的是刺耳狗毒包，我拖着他投不了。意识已苏醒。你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矿。肝脑涂地，荣耀指引我。还是干正面吧。干正面，干正面。今日，今日有何事？古老。哎，我到了。你的战士在遭受歼击。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为海尔而战。稍微往后退一点，稍微往后退一点，他们兵很多。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哎，我们的兵来了，把航母秒了，把航母秒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晶体矿。我们退一点，退一点，退一点。
坦克架上去，架上去，徐耀南，架上去。打了他很多凤凰，打了他很多凤凰。还是要在坦克的这个保护上面才打。高能瓦斯不足。我是黑暗之心。他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快往这里吧。有。我们需要。你的盟友正在交往。凤凰全秒了，凤凰全秒了。好，刺爆球，好。航母全吃，航母快给他吃了。够了够了够了。正在交战，那是矿脉已被采光。我从一所升降。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移出矿脉。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看来我们要打后期了。那是矿脉已被采光。抓了好多钩子。没有分基地。鬼兵是吧？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你需要更多的高能瓦斯。为何而把那个黄金光打了，去把黄金光打了。冥想下令了。研究完成，这项升级很多年里一直很英霸。你的盟友正在交战，升级需要更多的晶体矿。但是有大量，我们不想大规模空投。走走，给不给他机会？去压上去，压上去。精品矿。为何而战？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瓦萨奇奇，不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航母出不来，他航母被拖在家里。直接我们从正面弄一波。与阴影同体。正面我的兵来了，我的兵来了。你的盟友正在交战。我们拥抱战斗的荣耀。为何而战？打航母，小飞机打光，打光打光，就打小飞机，就打小飞机，小飞机打光，打光了再打。黑暗之心。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矿脉已经过了高能瓦斯，是时候扩张了。移出矿脉，你的盟友遭到攻击。多久？让敌人感受。矿脉已经枯竭，气旋已耗尽，你的盟友正在交战。完成。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我们的盟友正在遭受攻击。家里面给他打光了哈。他没了呀。就这还来跳我们。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高能。真以为是打多塔呢？啊！你妈的，这游戏叫《星际争霸》好吗？真以为打多塔呢？走，去打多塔！妈多塔，你妈的看能不能干他们！多塔，他们应该还有点后。我突然觉得《星际》比多塔好玩多了。在的人呢？在了，在拉屎。我们再打一盘。我来了，来了，我们去吧。我来了，来了，我碗都洗完了。这你妈，你摸摸会有没有追问你吗？没有啊，本来就16号回来啊。那个他那个是拍的早，结束早就晚上，结束晚就那个16号。第二天是吧？对，最好是16号吧，要不然晚，因为是晚上你们才拍完呀、啊，不是？没有啊，下午拍完了呀。是。下午几点钟吗？妈，哎，去拍打篮球，你觉得能拍多久吗？5分钟体能？有这个体力吗？你确定吗？我靠！啊，几点钟开始拍吗？啊？几点钟开始拍吗？2点左右吧，2点钟左右，最多拍到4点。差不多了呀。
那我定个六点钟的飞机不就回来了吗？刚刚好。且慢，且慢。嗯。定个八点钟的飞机。且慢。我拍完之后。那我回来了。哥带你去鸡公堡搓一顿。嗯、啊，也可以。妈的，会不会来不及啊？如果又赶不上飞机怎么办呢？你们等。我们那我就定晚上了，我们请假打呗。我们这样五点钟拍完，你妈我们去吃个饭，也就你妈的六点半左右就吃完了。也可以，对不对嘛 ？No problem。你们可以去那个，你可以周二早上走的呀。我刷他两字了，晚上走嘛。对，我也来早上走也可以的。你周二早上走不就完了吗？对啊。是啊，他看情况，反正还没订回去的票。你要跟这次不是妈的我和说妈少了一顿鸡公堡吗？就我老子把你那一份也吃了。兄弟是梅川路那家吗？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我要重新启动。我操，那家你妈的，老子在里面有点东西啊。新开的那家好吃，新开的那家好吃。有新开的吗？不是，他就是一样的，他只是换了一个干净什么的都做的很一样的。妈，上次我在那里吃了个虫出来，我靠。二楼不行，二楼。你妈孙哥带到，一直怀疑是孙哥开的。你妈每次都要去吃了个虫，他都要去吃。那天我跟你说，法人肉肉，我靠，你妈的，还有人形，你妈吃的不亦乐乎，我靠，法人关键还妈的还两个宝还不够，还要顶三个宝。哎，就梅川路的有个鸡公堡，老子在那里吃，他妈的，这个叫这个他那个青菜里面有个虫，我靠。找老板过来很淡定的跟我说，这个青菜不算你钱呢。你也没办法，人都傻了。我想你他妈的，老子吃了个虫出来，你应该是这顿都不算我钱吧。我蓝字了，我红字。要退一下 Steam。 我蓝字，我再退 Steam。 我明天可能打不了，明天我是晚上的，明天我们不打，明天喵喵都打不了。明天不打喵喵的就延后了是吧？延后我这重启完从蓝字变红字了。我好了，我好了。段子不是段子，我正儿八经吃出来的呀。正儿八经。你们现在鸡公堡还是那种现杀的吗？等我重启个电脑啊。应该不是吧？哎呀，皮笑啊！怎么可能是段子？那你们是啥鸡公堡？等你回来好不好？妈的，哥带你去，好不好？不，我小时候吃鸡公堡啊，就是那种。不是。你自己去挑只鸡嘛，不，就它后面是个养鸡场嘛。那个烧鸡公，哥带你去，然后吃完晚上我们宵夜，他妈的曹胖子，好不好？我靠，那个地方绝壁有阴影。但我又拦子了，等等。怎么会老是蓝字啊？我是好的。带女主播帝王蟹，老子他妈的没吃好吗？帝王蟹关我什么事嘛？他妈的都是法人。哎，这个我可以问孙哥作证。孙哥确实没吃，法人安排的，是孙哥的手下带了去。没有，不是法人的手下，关我什么事？我操！然后他妈报、哦、法人的手下，反正就他妈就跑来说你妈孙哥说让报的，他妈的老子人都傻了，我操！本来我也想去吃的，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就回家了，只能坐飞机了。他，我告诉你，他最后你妈飞机也没赶上，这就报应。哎，我为什么又是离线模式吗？这是什么啥情况？啊，不行，我要重新退一下 Steam。妈个鸡的！等一下，兄弟们，这 Steam 真不行。可能也是因为是不是人形带他去吃的？不是人形，妈的是其他两个狗，一个叫人形没去是吧？人形没去，设置到的呀，一个叫老刘，是吧？是吧？老刘你知道吧？什么老六？老刘，你妈的！老刘，老六，你妈的！哎，我的重启电脑还蓝字啊！这今天是不是服务器有问题啊？是有点卡，
你蓝色你等一下，等一下就好了。你好了吗那个教授？我还没好，我还没好。我好了，我好了，拉我。好像国服炸了，看不出。好像是蓝色，刚刚一直蓝色。我好了，我好了。你挂哎，还是红字，这妈的就啥情况？但我为什么拉不了你蓝色的？哪个是老刘？我给你们看一下，等等，妈个鸡的！我也拉不了你。我红字了。哪个是老刘？我重启一下这个。我点到了。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我进来了，哦、可以了吗、哦？可能有点慢。我试试你，有点卡，好卡、啊、这个。嗯，今天国服可能有问题吧。哎，你妈的，我找不到老刘了吗？好，哎妈，到时候再给你们看了，我待会找找看。看看啊，8月份。妈的，一年前拍的，我操！好了，我看看啊，等等啊，兄弟们，我把那个视频找出来。哎，那个视频呢？好，找到了，你妈的，我找到那个视频了，那个安矿与广告。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妈了个鸡的，这就是老刘，就这个狗逼，就这狗逼，你妈的去带领着他们去吃的。你们都好了吗？我跟皮又好了。我他妈这还是蓝色的。我跟赛德赛德。正在连接到那儿。我也等了半天。正在等。就等着呗。我连 Steam 都进去了。可以呀、啊，李晨的女粉。森哥。你们看到，您看到，你看到女粉，嗯，可以啊，李平兰。有其他照片的吗？没有，直接是视频好吗？哈，在哪里啊？在霍九。哎，好多人呢。我怀疑这个是不是你妈的这个旁边那个穿黑衣服、坐着戴眼镜的哥们就是老刘。好了，今天是我们 ORK 的策划会第一次会议。是不是剧组转过来是吧？多呀。你知道 OKR 是啥意思吗？喜内，这个不要，也没得。大哥 ，easy 呀、啊。老刘，翻译，什么叫 OKR？OKR 就是 OK 呀、啊。孙哥到了，一切都 OK 了。你说的没有错，看来有做过准备。告诉我，我们今天逃跑组的目标是什么？大哥，我们要为二五仔寻觅好吃到停不下来的海鲜小零食。Very good。今天我们开会的目标是销量，销量还是销量？好。嗯，这样吧，老刘，接下来会由你来主持。这，不，我感觉这个可能是这个马俊武找过来的托。应该是。有没有可能？
文字，等一会儿啊。这个方案具体就是这样，大概你可以。真実はいつも一つ。这难道是？没错，大哥，这就是子氏强势回归的现烤安康鱼，每日现烤现发。锁住双倍鲜香，让挑剔的味蕾沉醉，让挑剔的键盘狂舞。口感鲜香的安康鱼，在现烤工艺的加持下，让人感觉它就在你口内游走。吃一口，振奋精神；吃两口，欲罢不能。他妈的，我为什么不拍这种那么弱智的这种他妈的这种弱智东西？我操，他妈人都傻了，我靠！我们还在登录，我也难治了，要不正在更新中是什么？什么正在更新？我操，全部要不去东南亚服呗？走东南亚服杀鸡，今天我都可以啊，走吧，东南亚服呗，杀鸡，只能杀鸡了，打去东南亚服啊，就把那个火飞过的去掉，取掉就好了。对，你要开代理，但是。哎呀。惨了他们，我只能说惨了东南亚服的人，只能 叫他们做人了，我靠。你进去到时候知道厚重啊，孙哥，我去了一下东南亚服，我直接红字了，你就屏蔽就好了，你就不进入聊天就可以了，点那个社交，没有不进入聊天，就可以了。东南亚服直连比国服还流畅，这个你妈戴眼镜。等一下，我重启下 Steam。就他带着他妈的别人他妈去吃帝王蟹的，冤有头债有主啊。哼，算了，孙哥，都是过去式了，吃了就吃了。我只能说东南亚服那些原住民兄弟今天真的是对不起了，今天就让他们什么知道什么叫杀杀杀杀。那我来了东南亚服我红字了怎么办呢？我对我也红字了怎么办呢？我好了、哎、不行，我也是东南亚服也红，你们玩吧，我也是红字。不是你们玩这一句，好像是我们都玩不了。我没问题啊，这啥情况今天连DOTA服务器炸了是吧？要不这样打 CS 的，打 CS 啊，打 CS 了，算了，走啊，算了，走啊走啊 CS 吧，今天打不了 DOTA 了 CS 吧，够吧够吧。哎呀、这个、搞一把 CS CS 吧 CS, CS 妈的今天也没办法，这个服务器真不行。又是一屠杀，我们打 CS 没意思，好久没打 CS 了，打了 CS。我们不是那个 CS 国际那个怎么还没打完呀？他们不是打完了吗？一比一还没打完。没有，一比一。他们妈的就不来了，这些人。他们本来最近比赛比较多。我问过这个事情。上次估计是被我们的实力震撼到了，有点虚感觉。我有点好奇啊，不是刀塔二很赚钱吗？为啥服务器这么差？谁知道？哎，你妈怎么还在下载啊？这个五一。好了，我进了 CS。问的问题问的好。啊，平台资源更新，我下一下。为什么我他妈更新好慢啊？哎呀，我五一，哎，为什么？我更进来了。我都好了。我也好了。我再拉我。我靠。哎，我操！五一更新好慢啊。根本拿不了，我不是五一更新好慢的问题，我是五一口令码，哎妈个蛋的，我他妈把五一口令，哎，那我从那个蒸汽平台进去玩会不会好一点呢？一样的，他篮子就没办法，篮子就不是 Steam 的问题。嗯，
哦，快了快了，你重新启动一下下载就快了。是的。怎么重新启动呢？就把那个5E重新启动一下，下载很快的。我重启电脑，我关不了。不是，你进那个里面就关呀，那个那我玩游戏嘛，卡住了。哦，我只能重启了。我有的呀，对呀，我有的呀，五一，我的口令，我的令牌，还要扫脸的，妈了个鸡！哎，我的五一呢？要不去玩黄哥那 RPG？ 还没做出来呢，玩个锤子。哦，好了，我有了。我让他们重新做了一版那个 UI。哎，我国服登上了，刀摊。我进去了 CS。我的武艺呢？我操！国服登上没用啊，我们他妈都进去了。我换好了。好久没有打 CS， 你们貔貅我已经看到，我拉了貔貅。孙哥，刀塔国服好了。先打完 CS 吧，都进都进来了，很久没打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孙哥拉我。我先要开那个 Steam 的。哦，不对，我 CSGO 还要更新。哦，很快，我更完了。等我 Steam 还没进。这个绝逼是Dream 找来，你妈的找就花钱找来的。你们是个托，你知道吗？就Dream找过来，你妈的吸引牛牛哥哥的。哎，貔貅，我发个东西给你。嗯。你微信看一眼。看来有，我操！我怎么也要五一零？我怎么也要五一零版？为什么？他们帮你设计了个衣服，你看了吗？这谁设计的？法人，这样的吧？觉得怎么样？龙凤都是不是有点丑？你如果觉得丑，他可以改。那要不我们改一下？现在你进来吗，赛大？哎，那个五一令牌那个 APP 在哪里？现在？手机上面啊，火哥。啊，火哥，你摸着自己良心，你觉得这个好看吗？我其实上午他发给我的时候，我都不想发给你，但是他说还是发一下。好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孙哥你发给大家看看。等一下啊，不算了，法人的设计骂的是会吐的。等一下，我把这个图片保存一下，等等啊。嗯，浩南呢？浩南不打 CS， 我都没下这游戏，你们搞吧。那只能叫摸摸过来。他会玩吗？我好。摸摸。谁？更新一下。他会玩。我不会的呀，就是会的呀。你不是让他老躲一个位置吗？就是他法人设计的龙凤，对吧？这你吧 ，DP 给你。算了。你知道这个像什么？像那种你去度假村，啊，哎，就像那种你去旅游做的 UI 和度假村的那个里面买的，是不是比之前的好一点呢？靠，这好多了，好吧？这个地表是不是好多了？好多了呀！哎呀，不容易啊，逼着他们改呀！我操！孙哥，你可以给他们看一眼，我发给孙哥。等一下啊！我发你微信了，孙哥。我第一眼还改，我都看不出来是魔兽的那个地表了。
还行吧，土是土了点，他们说就得摸过了。都好了都好了，是不是感觉这个要比之前要好一点呢？一股手游风，夜游不是，是魔兽的，魔兽的画面，热血传奇，他们说是这样。哎，赛的，你先进来吧。OK。UI 还在改，我叫他了，我让他们。啊，魔兽只能做到这个级，这个呀，魔兽做不好了呀，魔兽妈的改不了了，它引擎就这样了。其实手游还是好玩，黄哥。手游？是的，我最近又开始玩手游了。这手游适合你啊，好玩呀。木火是不是在更新吧？他说他登录，我去看看。妈的，摸摸口。哎 ，CS 好久没玩了，这游戏。他密码忘记了。你妈的星际也忘记，CS 也忘记，我看他有什么记得的。他银行密码他也不知道，他都是那个刷脸的。啊、哦，他是刷脸的是吧？哎，这个长时间不用会忘记密码的。倒也是。可以啊，赛德。嗯，为什么呢？哎，孙哥，那个哦，是他来了，说一声。嗯，我们去看看。他在搞那个口令，等一下，好像现在武艺就是这样。那我要回家。哎，赛德，你跳一下，跳一次 那个 DLC 吧。哪个？江湖黑。我不跳，不跳，我他妈那个正常的都没过好吗？啊、我正常的连一半都没到，我就妈的把这个游戏删了。为什么呢？张不可以，我跳过的呀，还可以啊，这游戏。啊，是这样的吗？真的可以吗？但我跳到一半，我没跳了。那我也是啊，我跳了一小半，我就不跳了呀。简直就纯坐牢，你知道吗？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不，跟黄哥比不了，黄哥那个是真的有点厚重，黄哥。哎，对，你真的很好玩。哎，黄哥，对，那个叫什么？你是不是叫那个？啊？你速冲是什么？全世界前五十是吧？我要跳。差不多吧。我要跳的呀，但是加油，等黄哥技能打出啊。孙哥，我还是想看你玩那个打僵尸，你知道吗？打什么僵尸啊？那个亿万僵尸。亿万僵尸？对呀。哦，就那种玩的。对呀，之前我也玩很久。完了！你怎么还在跳这里啊？孙哥，你这不是往上跳，你在这往下跳。不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跳。我他妈我又不是黄哥，我靠！你这是什么 DLC 吗？我怎么没见过这边 ？DLC 第刚开始的。我感觉你比以前厉害点的。没比以前厉害点，我不觉得我比以前厉害点，妈的更是我。这妈个
逃啊。其实我们要找机会骗秦瞻起来跳、啊、他不会跳的，他已经放弃了。妈的，你可以找机会下他套的呀。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什么机会？什么？你打一些 ICU， 打个什么 Jump King 杯呢？不是，你说的没错。他他妈拼了命也要赢。Jump King， 因为这个 Jump King 他妈的人都傻了，输了那边不是想死？啊！这个绝对可能是准备感谢没有填充只有填充单的一个飞机。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吃什么芥末啊，吃你妈的吃什么臭豆腐啊，这个你妈的 要恐怖多了。我这里面只有一个人不怕，他叫黄旭东。我不怕的呀，我妈的，我随便打。哎，你所有 DLC 都不怕？这个真不行，这个太厚重了。DLC 只有那个呀，只有两个，剩下的都是那个玩家自制的，我还没打呢。但这个东西说实话不是、啊、很简单嘛，我们打 DLC 1嘛，对吧？那没有打过 DLC 1的没有打过 Jump King 的人就打 Jump King 原版嘛，对不对？那打原版嘛，那你的话嘛，你就打这个，你就打玩家自制的嘛，对不对嘛？这个都有说法嘛。可以啊。我靠，这个那不是这个不就起来了吗？这个东西对不对？可以啊。我操，他大了。我们火怎么还没来呀、啊？我靠！来了，他的那个测试那个启动，赛前启动。啊，孙哥，你不会那个技巧，你真过不了这个冰。跟你说你跳上去你反向跳一下就可以停顿，在这儿停顿。哦对，就可以刹车嘛。对啊，你妈的，你每次靠这种精准滑一下，这个他妈太难了。你必须要回那个会那个技巧。那岂不是 no 他就要跟我一起受苦。哎妈的，哎，我拉了梦他怎么进不来？我操！我发现一个大问题。好了，你是不是你和黄哥换了一队啊？你就没有拉我好吗？你说的没错，皮球。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啊！来了是吧？你说吧。Go。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啊！黄，我们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们下周一打不了吧？下周一。我们周二打不了。下周二。下周二，我们周我们下周就周一休一天吧。周二打吧，好吧。O 不 OK 吗？不是，孙哥、啊，打什么呀？等一下，我有个僵了，呗。对面两个赵云加黄。